各位请就坐。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哦，不好意思，主席迟到了两分钟，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18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14，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志扬等九人，列席委员同委员惠珍等九人，请假委员洪委员慈庸等二人，列席官员司法院副秘书长叶丽霞等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法律扶助法增订第34条之一条文草案，委员尤明玉等19人拟具法律扶助法第5条及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义禅等19人拟具法律扶助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王荣章等29人拟具法律扶助法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吴元志扬等10人提出质询决议。已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第5条除第4项第1款修正为涉犯罪轻本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最高等法院管辖第1审案件，于侦查中初次询讯问司法院指定之法院审判中未经选任辩护人外，于照现行条文通过。第13条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增订第34条之一，照委员段宜康等16人提案通过。第54条，照委员王荣章等29人提案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我们。等一下再确认议事录。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法务部蔡清祥部长，那我们请在座位上点头致意就可以了。罗荣前参事。法律事务司钟瑞兰司长，检察司王俊立司长，矫正署黄俊堂署长，法医研究所涂达人所长。接下来介绍司法院叶丽霞副秘书长，少年及家事厅谢静惠厅长，卫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陈少卿检任计政，社会及家庭署家庭支持组简信荣组长，陆委会法政处鲁仲尼副处长。好，跟委员会报告，今天与明天为2天一次会，我们排定的议程是：第一，并案审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二，审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第97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三，并案审查委员郑云鹏等16人拟具家事事件法第53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第四，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法医师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五，并案审查委员林代化等18人拟具外役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好，我们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每一位发言时间要请控制在3分钟。第一，请提案人郑委员运鹏说明。郑委员运鹏不在。第二，请提案人尤美女委员说明。尤美女委员不在。第三，请提案人吴玉琴委员说明，请一并就民法亲属编家事事件法来一并说明，请吴委员。谢谢，首先谢谢我们段宜康召委能够把家事事件法以及一定监护制度能够在今天排审哦。那我一并来说明这2个提案的一个内涵哦。有关家事事件法第167条的精神是要确保我们受监护宣告人的权益而采取的一个法院保留原则。那本条文是乃源自于民国57年修订的民法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第602条的规定，法院应于鉴定人前讯问应自
净资产人，但有碍难讯问之情形或恐有害其健康者，不在此限。那前项的讯问呢，得请死受托推事之为之啊、哦。那但是我国这个残障福利法现在叫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于1969年制定，其实已经经过多次的修订。目前身心障碍的一个证明发放的鉴定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备，而且每5年都有重建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些社福跟医疗机制是当时所无法预见的啊、哦。所以法院应该要善用这些相关的佐证资料，提高我们监护案件判定的一个效能，避免法官过劳哦。所以这个法案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减轻法官的一些这个过劳的情形，因为目前来看，去年就有6,236件的申请监护宣告的案件，还有151件的辅助宣告的案件。那全国的这个家事庭法官数量才133人哦，所以法官会同鉴定人去讯问受监护后辅助宣告之人的业务，几乎要占据所有法官越来越多的公务时间哈、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家事事件法165条，其实有关监护宣告的一个案件哦，需选任程序监理人的规定，也在104年的12月修订，好、增列但书哈、哦，但有事实足任无选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所以，我们167条这次的修法修正，也比照该条例的但书的立法例，好、哦，在第一项里面增列了有事实认定啊、哦、无讯问之必要者啊、哦，不在此限啊、哦，并删除啊、哦、那个但。有碍于讯问的情形或恐有害健康的这个但书啊、哦，所以这个未来这个避免将来例外的一个但书变成原则，所以也在第二项增列了由司法院来订定相关要注意的事项，也希望我们司法委员会能够来支持这个修法啊、哦。那第二个部分是针对议定监护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啊、哦。那因为议定监护这个我国的法定监护是从108年有做一个大幅的一个。修订哦，也在2009年哦11月23号正式实施哦。那因为当时为了避免制度变动过大，所以只修订了法定监护制度分为两级哦，监护跟辅助宣告哦这两级，但没有引进议定监护的一个制度哦。那但是对于当事人意识决定权的一个尊重是现代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哦。2001年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一届成人监护世界大会发表了横滨宣言，2016年也发表了这个修订版的一个横滨宣言。那这个宣言呢，主要是希望能够转化2006年国际生存公约所揭示的原理原则，变成实务的指引，也说明如何配合国际生存公约当前的一个监护制度。那去年韩国首尔举办的第5届大会，主要的重点也在讨论如何从替代性的决策走向支持性的决策，那如何去支持跟协助受监护人发挥他最大的能力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啊？这也挑战我国的现行的法治体系啊。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怎么样从当事人最佳利益的考量之外，加入个人的偏好意愿的考量。那虽然我国已经在2014年制定了生权公约施行法，已经将公约内国法化啊、哦，这些都是在挑战我们对人权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哦。那这次修法增订了议定监护的专节，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本人的意志能力上限前时，能够决定自己未来在。达到急需监护要件的时候，选任监护人的时候，能够进而这个持续延长自己的决定效力哦，让本人的这个人格跟尊严受到尊重。那这一次在这个议定监护的制度修订过程中，也感谢法务部多次跟我们在本席这边有非常密切的讨论，也能够顺利的在这次提出这个修法的一个这个意见哈、哦。我们大家已经形成了蛮多的一个共识，也希望这个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给予支持，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提案人林代化委员，林代化委员不在，请提案人张宏禄委员不在，请提案人黄昭顺委员不在，请提案人邱志伟委员说明。好，谢谢主席。
感谢主席，今天针对这个外间办条例第四条提出各个委员提出版本的今天的讨论并修正。我想针对第四条，我们大概有四个版本，它其中有三个版本是针对在这个外间受刑人他遴选到外间的资格里面，其中关于累犯的相关的规定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回溯到最近这个刑法第47条，累犯加重规定当初的立法委理由是，累犯具有特别恶性及对刑法反应力薄弱，所以需要延长矫正期间。但是我们看大法官这个就是第775号，不分情节，一律加重最低本刑，不符合宪法的罪行相当原则。因此说，他会抵触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了哈。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监狱刑法第1条，开宗明义就规定，就自由行的处刑的目的，在于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重新适应社会生活为目的。所以，我们这个监所的主管机关是矫正署哈，通过矫正，让受刑人能够透过重新适应环境为目的，达到悔改向上。他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这个社会生活为目的嘛，哈。但是我们看现行外间条例第4条规定，关于累犯他不论情节轻重，他都没有资格到外间遴选，哈。当然，本席认为这个有违比例原则了，哈。我想相关有其他委员提案，大概也是这种精神，哈。那我们应该希望说，这外间的教化的功能啊。我想不管是科学验证或者是从经验法则来看，在外间的教化功能普遍比一般在监狱的教化功能更好，所以如果让外间的终身性的处遇能够更加普及，来协助更多的受刑人发挥能够得到更多矫正的效果，能够适应社会的生活，所以本席提的版本就是说，5年内仅犯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个月以下徒刑之宣告者，大概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刑法第41条一颗罚金的规定哈。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务部今天针对第4条我们几个委员的提案，大概也认为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个方向不理表示支持哈。那如果部里面也认为说，这个针对外间的资格，目前的限定太过于不符合比例原则。那我也期待这个各个委员都有相同的认知跟想法，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的资格的部分，部里面提出的说法就是说，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但是这个方向啊，最起码我们三个委员提案的版本，跟部里面的意见基本上方向是一致的哈，只是说它的内涵的部分到底是要怎么定，是要用本席或者其他委员所提用刑法第41条的部分。还是要用这个法务部所今天在报告里面所写的哈，已执行完毕之刑均受为6个月以下徒刑之宣告，累犯的受刑人是列入遴选对象。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可以来进一步讨论。好，以上说明。好，谢谢邱委员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提案人蔡宜委员、蔡宜瑜委员、蔡宜瑜委员不在。好，我们接下来要请法务部蔡部长报告，发言时间5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性先生，今天奉邀列席贵委员会啊，就民法还有法医司法外役间条例修正条文来代表本部列席说明并被质询深感荣幸，仅就相关的条文提供下列意见进行指教。第一部分是关于民法部分修正条文的这个有关议定监护制度的规定是因为鉴于我国已经进入了高龄的社会，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需要有更完善的成年监护制度，而议定监护制度就是在本人的意识能力还健全的时候本人跟受任人约定
于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受任人就可以担任监护人。那这样使本人呢、于意识能力丧失后，就可以依先前的意识自行决定未来的监护人，比较符合人性尊严跟本人的利益。那修正的重点呢，包括明定、议定监护契约的定义、议定监护契约的订立，还有变更采取的方式，需经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才能成立，以及啊，议定监护优先为原则。议定监护人的报酬，还有其他有关议定监护事项啊，准用成人监护的规定啊等等。那吴委员、玉琴等的版本呐、跟本部105年10月初所拟的草案内容几乎相同。那草案会议当中也承蒙吴委员办公室提供意见，协助本部能够提出草案更能贴切民意的需求，跟切合实务的执行。第二部分是就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民法第976条条文的修正部分因为要符合《深藏公约施行法》第10条的规定要求，所以将该条第一项第六款解除婚约事由，婚约订定后成为残废者这样的一个条文把它删除。第三部分是现行《医师法》第5条第一项第5款的规定罹犯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违常等文字对身心障碍者形成不当歧视，为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精神，所以将上开文字删除，并修正为有客观事实足任其身心状况不能执行业务，经主管机关认定者不得充任法医师。那第四部分是并案审查外遇间条例修正条文那这一部分呢，主要的内容包括建议以执行完毕之刑均为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宣告之累犯受刑人可以列为遴选的对象。那第二呢，第一条第二项删除建议组织条例的部分那本部是竞表同意。第三部分是增列第7款犯刑法第185条之3所列各项之罪的受刑不得遴选的规定部分本部亦竞表同意。那么以上简单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蔡部长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司法院叶副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早。那今天奉邀前来呢，贵委员会列席来报告，那深感荣幸。那就今天审查的各项修正的草案呢，本院的意见，那提出书面请详见书面之外呢，那以下简要的做口头报告，敬请参考。那第一部分呢，就行政院以本院函请审议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部分呢，那是有鉴于我国高龄人口的增加，为了使现行民法成年人监护制度更加完善，所以呢，行政院拟进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呢的立法方向以及条文的规定呢，本院与行政院都有高度的一个共识。那这里只提出一点意见，就是目前提出来的草案呢，那民法第1113条之5的第4项，关于法院许可终止议定监护契约后，那修正草案的条文呢是说，得由法院依职权另行选定法定监护人，但是呢，立法说明呢是说，应由法院依职权另行选定法定监护人。那这一部分呢，如果我们这次的修正是为了更加落实对受监护宣告人权益的一个保障呢，那这边似乎是条文的得好像是一种误载，那建议修正。那第二部分呢，就吴委员、玉琴等人拟具的民法亲属篇增订部分条文草案部分呢，那有关增订第二节之一成年人的议定监护部分，到底要新增第二节之一，或者要新增第3节比较妥适？那本院尊重主管机关及大院的一个立法决定。那对于吴委员所提的其他修正条文，与行政院及本院函请审议的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相同意旨的部分呢，本院也都予以尊重。那第三部分呢，有关这个行政院与本院来函请审议的民法第976条条文修正草案这一部分呢，
是为了符合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一个精神，所以把有关这个976条第一项第六款，因为有残废的一个不当歧视性的文字予以删除。那此部分呢，也请委员来支持。那第四部分呢，有关家事事件法的郑委员等人所拟具的第53条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呢，那第一个意见是这个草案呢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将中华民国人修正为中华民国国民，那尊重大立法政策的决定。那第二部分呢，就吴委员、玉琴等人拟具的家事事件事件法第167条条文修正部分呢，那这一部分本院有一些意见呢，那想提出修正的动议啊，请委员那是不是参考提出修正动议哈？那这一部分呢，关于草案的第一项部分呢，那这一部分要先表达哈，那委员们呢能够考量我们监护宣告事件每年法院的案件量非常多哈，然后为了要让法官能够有审酌此类案件的一个裁量空间，还有能够让这个法官呢就妥善运用的一些社会福利社福还有医疗机构鉴定后发放的一些身心障碍证明，来提高监护案件判定的一个效能哈，那提出这个修正案，我们对委员呢照顾弱势，还有增进法院效能的用心呢，尽表尽重。那对第二项前段的部分呢，那本院建议是说前段的文字啊，前项但书关于法院不得为讯问的注意事项，由司法院定之。这些文字还有立法说明第四点呢，本院是建议删除。那因为法院呢，得不为讯问的注意事项啊，我们建议是在立法说明里面来比较家事事件处理法第165条的立法理由来说明所谓有事实足认无讯问的之必要者，以及经医师诊断或者鉴定明显有精神障碍或者其他心智缺陷，例如植物人重度精神障碍或者重度智能障碍者，明显不能为医师表示、受医师表示或者辨识医师表示的效果者为之。大概在立法说明如果能够续明这些，我们实务运作上就有一些标准可循哈，所以建议删除哈，那这个敬请参酌。那再来有关第二项后段部分呢，那把原来法条基于精神科经验的医师部分呢，那删除。那本院呢建议哈，还是维持现行的条文，这样法院来处理相关的业务会比较弹性，而且有利于受监护宣告人的一个权益哈，也敬请参酌。那再来第三部分由委员等人所提出家事事件法32条条文修正案呢，那这一部分呢，那这个因为家事事件法第一条也明定家事委员一些聘任的相关规定，还有司法院呢也有设置法院设置家事调解委员的一些办法，还有本院及各法院也持续办理家事调解委员相关训练哈，所以如果经由相关的，我们建议是让我们经由相关的行政措施鼓励，还有督促各法院朝着这个一定性别的一个比例哈来方向努力，比较有弹性，敬请参酌。那最后一个外役间条例修正草案的部分呢，那我们尊重委员的提案，还有主管法规机关的意见，那提议请参考书面资料。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那我能不能先问一下这个，刚才司法院的意见里面关于167条，不是，就是那个德跟英啊，是，那个到底是物质还是你们见解不同？我能不能问一下法务部？那个，对，我们是见解一样，应该是物质，也不是物质，因为那时候我们本来针对法院的部分，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大部分都会写德。那但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昨天有跟司法院讨论，就是说，那因为在这个条文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是司法院愿意说，因为那时候监护人就是缺格，所以他们愿意马上就是应由法院出来选这个来选任监护人，新的监护人。所以后来我们就认为说，那 OK， 因为本来的德是给法院裁量权，也是跟应的意思没有差别啦。在我们的法，所以你们有一致的意见吗？
对，现在就是要改成一嘛，我们尊重司法院意见。好吧，對對對，那到时候我们逐条的时候，你们要提醒一下，謝謝，好不好？确认一下议事录。好，我们现在来确认议事录，请问各位对上次会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那另外，法务部这个司法院跟法务部啊，包括司法院对于吴育群委员的家事事件法的意见，法务部对于外役监条例的意见呢、啊，可能都要跟提案委员找机会先沟通好吧，好不好？不然我们等一下进入逐条的时候，不要在那边还在现场，还在那边花时间在那边整合。好，你们自己私底下先去协调。是是报告主席，那吴委员的部分，我们昨天有跟吴委员沟通过了。好，好，谢谢。提案人与机关代表均已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并不再延长。今天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现在仅登记第一位周春明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那我想，我们今天委员会是审查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了哈。那我想应该照刚刚部长也说明过了，其实有它的必要性。照这个统计数字，我们现在男性的余命到男性哈是77.28，女性是83.70了哈。大概每个统计方法不一样，但是大概都是这样的标准。那法院的申请监护的宣告，就是法定。除了法定监护或者有监护必要的时候，申请监护宣告是107年是6236件。请问那个法务部跟司法院这个数字有没有问题？就是6236件。法院的裁定啊，应该法院这边有统计数字吧？哈。6236，对。那准驳大概准许的有4200多，大概是2/3了哈。那没有准的，大概有转为辅助宣告的，大概是580几件，大概占12分之1了哈。这样的数字，那当然有它的意义了哈。是。那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从年纪上来看，余命来看，还有申请法院来鉴定监护人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每年在攀升哈。那现在是说我先请教一下部长哈，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一个你议定监护敲定下去之后，你等于就是原来的法定监护。就是我们在民事上的民法上的亲属关系这些的监护权的权利就没有嘛，这也不算权利了，就是说他的资格就不存在了嘛，因为我是采议定监护嘛，那事实上就会对我们传统或者大家的这个历年来在运作的这个制度上有一些冲击。那我不知道法务部在推这个议定监护的时候，虽然这个在这个法案也研究很久了，你没有做过一些风险评估，或者做过一些实证的调查，或者一些评估报告吗？那个就教育部长，我想这个是在我就任以前啊，就已经在作业的一个程序了。那我们的法律事务司司长他比较了解前面的一个研究的过程，是不是请法律司长来说明？嗨。谢谢委员。那个有关于这个议定监护哦，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迈入高龄社会了啦哈。那尤其是今年去年哈3月份迈入高龄社会，那在这个之前其实就看到我们即将迈入高龄社会这个需求，所以有做过冲击或影响评估。我们有做法规影响评估，那也有征询各界的意见。那大家都各界其实对这个都有一些需求，就认为说有需要有一个新的就是议定监护的制度，跟多一个制度的选择了哈。那跟这个法定监护并行，是双轨并行，其实并不是，当然是议定监护优先啦，但是在议定监护其实有显不适任的时候，就用法定监护来补充，所以其实是制度上面让这个我们的民众可以多一种选择。有需要啦，但是我们当然不否认嘛，所以当然你作为一个行政机关，你提出这个法案当然是有需要，这个是必定的嘛。先说我是问的是冲击啦哈。那我想大家会最习惯性问到，就是说那
这是法操啦哈，对咱家法律界的朋友下，就是说，哎，就大家会去第一个想的，我如果找小三当监护人啊，找小三当监护人，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去？你法律上，如果他认为那个，当然他符合资格，符合相关的规定，符合相关的要件，他当然就可以签一个议定监护嘛，对不对？那这个对原来的这个家庭，或者是这个原来他这个法定上的亲属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怎么样我们去把这个做一个平衡？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议定监护本身是在照顾这个受监护人，当他有这个丧失行就是行为能力的欠缺的时候，这时候去照顾他的身心或者照顾他的财产呢、啊、哈。那当然原则上就法定这些就是亲属之间的原来的法定继承人的部分的继承是不受影响的。那针对于监护人是不是认，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如果他显不是认，也有让他是另行选定或改定的条文来予以补充。那至于有一些个案的状况，当然会在不同的情况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形会发生，但是可能不是因为议定监护制定的原因才会发生，而是可能就是在个案上面，它可能就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而发生。好，我当然举这个小三的例子是比较极端呐、啊，比较有冲击性。那就是我们把它转为长期生活的伴侣或者长期相处的朋友。那我们法律上是认可的嘛？这道德上当然也没有像小三那么严重啦，只是说这个是认可的嘛。是。那继承权当然是不会去剥夺嘛。对。只是大家现在就是质疑、担心，说我在议定监护的时候，我在过程的时候，我当然是不能受这个处分、这个财产的移转嘛。对。但是我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在处理他事宜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些财产。我可能在执行的必要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可能就法定将来的法定继承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再有这个财产的处分或者权利嘛，这个是一定有的啦，下会代际一点是无为啦，是。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的制度还是说议定监护是优先，法定监护是，那除了运作有问题，那大家可以到法院去救济，大家可以到法院去申请，那总是这个部分是被动的嘛，那你怎么两者之间再去取一个平衡？所以要问的是，这定到底是去有去这公听，还是去到就是到社会各处，你们有去收集意见吗？还是你们就做一个法案的评估，就这样子？需要当然是有需要啊，但是政策执行、政策法案出来执行，到社会能接受，到社会能认同，到社会不发生问题，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的嘛？对啊。那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这个在议定监护，当然就处理说我在意思表示上我的法律行为上面的一些事务的能力嘛。那如果跟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跟我们医疗上这个委任代理人，他两者之间是怎么区分？他们的功能或者任务怎么区分？那个司长是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原则上是针对他这个符合病人就是医疗的状况之下所做的特别规定啊。所以原则上我们会以这个，如果是医疗的部分哈、啊，比如说他这个病人自主，他决定他以后的这个医疗决定，他要不要这个采取哪一种治疗，那当然以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为优先。那我们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没有规定的，才会回到我们这个民法的这个监护，因为我们是普通法，所以这边是可以明显切割的，就是了。好，那难得部长来，我们还是问一下部长好了。部长，我潘姐啊，我没有那么认真去注意说你对监狱这个政策了哈，那你可以说明一下，你对像邱泰山前部长或者之前的部长，在监狱上的政策，我们很明显，邱泰山就是说一人一床嘛，那我想这个是长期的应该要走的方向，我想部长也不会否认了哈，而且也会去推。那我现在问你说，那你自己对监狱的改革，你的政策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好，跟委员说明哈，我的政策就是朝着智慧型的监狱啊来进行改革。我们要利用啊现代的科技来做一个有效的管理啊，包括也对受刑人的福利啊也能够尽到一个保护啊的一个作用。譬如他们远距的接见，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说可以用手机，那么约好时间啊。可以让受刑人在监跟他在远地的亲属啊
做接见的一个动作。那手机是监狱提供吗？不是，他个人的手机。他不是不能带手机进去吗？对，家属不用远道啊，从这个老远的地方啊到监狱来接见，就是可以利用，就是家属的手机，然后我们监狱有、有这个有这种视讯的设备啊，然后就避免了这个旅途劳顿的 那这样的话非常方便了、亲属的接见。不过事先要先申请。那也是同样在固定的时间，这个获得了亲属非常大的一个赞许啊，因为非常方便他们了那这个呢，可以对于受刑人求刑的稳定，还有能够对他们的更生会更有帮助，将来回归社会啊，受到家庭的影响。OK， 好，那个谢谢部长。我想智慧型监狱我是第一次听到了，那当然这个方向是 OK 啦，只是说你可能在管理上面还是有一些疑义啦哈。那我们今天要选这个外衣间的条例哈，那我想这个大概是很多委员关注，因为很多委员提案嘛。那我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男性的外役间是八德、明德、自强、台东、介武林，还有台中监狱有外役分监跟屏东监狱有外役分监嘛。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外役间到底我们可以收容的这个受刑人的，我们法定上预算上是大概是规划是多少人？目前是原额是2066人。2066人，那我的印象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在监执行的是五万人嘛，是不是？那个署长，总共人数是62000多，今麦变六，59000多。受刑啊，那个、有被告。被告，我问受刑人呐、那59000多，那这两三年又增加了嘛？我记得我们在就任的时候，在三年前就任的时候大概是50000人嘛，那等于说他占的比例，2000人占的6万人的比例，这个比例就是6万人中的2000人嘛。那当然，外衣间有他的我们的这个预证的，就是我们给受刑人的一个机会嘛，或者在我们在矫正的一个机会，有它的必要性。署长，我请教，那现在这个2000名我们的名额，那到底实际上真的可以到外役间的人有多少人？不，就有些好像还是没有到完全满嘛。是，是不是他这个数字，你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整个数字哈是还上差有1000啊。我们总共还差有450多位还没有补满。450多位，我记得我之前450等于都有将近1/4，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把这个补齐？因为你监狱的人数真是人满为患了、你现在这现在是跟三年前大概是多了7000-8000人啊。跟委员报告，这个一方面我们也会考虑到，因为我们有委员制来做审查嘛哈，他会考虑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啦，包括他的一个未来的这个一个发展的状况，以及它的危险性等等，这个都是在考量范围之内。好，就待法案的修正，待会我们逐条的时候是开课再来检讨了。那我本席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意见，就是说比较起来，女性的外役间是只有台中女子监狱附属女子外役分监嘛，等于西部就是这个台中的附设嘛，那东部有吗？目前没有。所以整个台湾就是女子的外役间只有台中嘛，台中那这个跟男性相比，当然女性的受刑的人数是跟男性的受刑人数当然是不成比例了，所以有他的考量。只是说是不是因为你是外役分监嘛，你不是再去弄一个外役监嘛，那是不是考虑北中南东都应该有一个外役分监，就是当女子监狱的外役分监，让这个大家才能够达到他外役监的一个效果。这个政策，请署长再评估一下，部长再评估一下。啊，谢谢委员，跟委员说明，我们有要往东部啊，再增设一个女子外役监的。对，这当然大家支持嘛，因为警察就很哎。那只是说，如果可以，因为你是在原来的监狱里面再设一个外役的。他原来的这个硬体环境再去弄一个外役分监嘛，那我建议是应该北中南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北中南都已经有了，现在是东部缺乏，我们现在规划。我来谈到苏丢刚台中尔呢。
按委员讲是女孩子。查某的，我讲查某的啊，我讲查某的啊。好，那我们请这法务部评估。好，谢谢。接下来请郑玉鹏委员。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哦。那首先跟主席报告一下，因为之前您担任主席的时候都占用到您的时间，所以今天把我的那个提案说明就省略掉了哦，给主席赔个礼。好，那首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家事事件处理法我的第53条修正条文的意思，然后也让大家参考一下。我们根据立法院的法律查询系统里面去查，发现写到中华民国国民的时候，就大家比较理解的那个名词哦，有59个立法例，可是其他的还有28个是中华民国人民。那有11个很特别的，就是家事事件处理法里面的是中华民国人呢、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定义上面，部长你分得清楚这3个的差别吗？国民、人民跟人呢？我看应该都是一样了，应该都一样了，指的都是对象都是同相同。本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以为中华民国人哈、哦，那这个是有时间上面可能比较勾扎了，就发现连比较新的公平交易法都用中华民国人。而可见当初当年在法律大家抄来抄去的时候，条文抄来抄去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有一个出现的时候，后面就会跟着走的状况产生。所以这一次我提了几个，应该有11个哈，就是希望把中华民国人，像既然是国人或人国民或人民的定义里面把它一致清楚，不要每个法里面不一样。这个也跟部长报告一下。那但是如果不改，其实也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给部长参考。家事事件处理法第53条我们就不用看哈。我有一个，我们下一章哈，有一个法务部在82年8月5号，那在解释那个国家赔偿法的请求对象的事宜的时候，部长你可以参考一下哈，就荧幕上面有这个，主要在说明是说，刚刚好有一件国家赔偿的案子，那他是中国那边大陆那边的人在这边请求赔偿的，那结果法务部在82年8月5号的事宜里面哦，就说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哦，那这个大陆地区人民也算中华民国人民啦，所以这时候人民跟中华民国人，你就会变成说，以后如果遇到的话，哎，你也可以这样解释。虽然不是，虽然那是国家赔偿法，不是家事事件处理法，但是你会变成说到时候在解释的里面会困扰。好、哦，所以如果把它改成国民。国民就有国民的定义，一定要国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部长，这个你可以接受了哈。是，我们可以好不好了解，可以接受。但是这个也不会影响到你们82年的解释，因为那是国家赔偿法。即使是外国人来请求国家赔偿的时候，你不走国家赔偿法，你去做民事的赔偿，他也是受到保护的。部长，这个也没错嘛。是，好、哦，只是说我们把法律上面的用语定义清楚，不要抄来抄去，抄到后来在这边看到是这样，在那边看到是那样，以为不同定义了，这个没有必要的误解。好，就跟部长，那所以部长没有问题吧？好，在座其他主管也没有问题吧？哈，好，那再来今天其中一案哦，我相信等一下有很多委员也会关心到外役间的条例修正案，其实现在很显然是轻罪的累犯太多，所以造成很多的状况，包含我们2个礼拜前在谈的那公证人。公证人也要排除到一些违罪的状况，那也累犯的状况，所以其实这次外役间的条例里面，把这些比较轻罪违罪的不的累犯排除掉，应该是符合现在我们的需求啊，也符哦，那大概民情上面也不会太大的反对啊哦，那跟首先跟部长讨论，那部长你看一下哦，我们还是用106年。那个地方法院执行署的人，那个有判决有罪跟入监服刑的案件来看，我有圈起来哈、哦，在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最多了、啊，61,387件判决有罪，但是真的入监服刑的，其实当然还有一些还没有定验啦哦，大概9000多人到10,000人左右了，就是讲黑老板规定来的，差不多1/6才会入监服刑了。大概这样数字，最多差了5万多件，5万多件大概就是一颗罚金处理掉。部长应该是这个状况没有错。对，哦，前前后后当然会有时序。所以入监的公共危险罪是已经是累犯或是多次啊，对，比较严重的。那这个公共危险罪就很明显了嘛，大部分就是酒驾累犯、伪肇事，没有肇事我们先讲。如果肇事造成伤亡的，他们应该会在刑法那边处理。好、哦，会在其他的条文处理，所以应该就是说累犯的酒驾占其中一大部分呐、啊，我不敢没有绝对值，但是一大部分哦。那如果酒驾没有肇事，跟着185/3，然后到最后被判到3、4次以上的，他大概法院也只能判得重了，然后他真的没有肇事，他没有造成伤亡，
所以他的刑度不高。那抓去，然后被判入监服刑之后，如果他表现还好，也不过是这样，关久了讲真的也没有意思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几位委员，包含林黛华、黄昭顺委员、邱志伟委员的版本，那让这些，因为他们不是用1853去判断的，他是用那个前一次犯的那个本刑的刑度去判的哦。他们大概很多这样的状况，就酒驾无照是因为1853的累，然后进去的，应该可以在这一次的放宽里面，然后有可能可以得到外役间的那个外役间的算待遇啦，的允许啦，是不是这样？对对。好、哦，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哈，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我们真的为什么我刚讲的那个公共危险罪哈，有一大部分是1853，然后法院也大概有50000件，大概有1/6左右，然后判他一颗掉了，不入监服刑。其实入监服刑还有很多，其实他也不重，缴不起就要进去嘛，好、哦，就看散的，整开弄安呢。所以我看了一下这种状况，其实我个人的价值观认为说，这种无肇事的就算是累犯哈、哦。第一个是加强他戒酒的教育了，第二个是就处理财产罚就好了，你不需要抓去关嘛，哦，就用一般大家比较听得懂的来关某艺术嘛。哦，如果撞伤亡了，没有话说啦。如果真的未伤亡，有时候像我们这边地方接到很多抱怨，整咖小吃店外面被抓业绩，一下 autobike 可以留给我们来关啊，就会变这样。那是他的生活习惯。当然，酒驾绝对不好啦，不管是骑车、或开车，但是有很多就是这种状况被抓去关的。哦，他也没有替代交通工具，但是真的是对国家来说，那减少这种。刑罚的案源，入监服刑的案源，然后让他可以有其他的那个外役间，或者说我们去加强戒酒酒瘾的教育，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呐、啊。比较那肇事另当别论，这我一直强调。不然很多人最近的酒驾的又有一些意识抗争哦，大家会以为我们对酒驾特别容忍，其实不是这样了、哦、所以部长，我跟您建议一下这样子哦，就是说我如果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现在1853也衍生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也要法务部这边来研议嘛，把1853修得更重。修得更重之后，问题如果你没有在外役间无肇事在外役间排除掉的话，其实以后的问题可能会滚到我们现在也很难去计算了。那所以1853目前的状况会遇到的问题，就第一个是会产生很多前科犯、很多权益的问题。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他会跟276条哦，284条，我们上次所讲的过失伤害跟过失致死，它会有刑度上的失衡，这也是我个人认为1853要去更明确去处理危险驾驶的原因。第三个是检察官跟法官的案量太大，所以衍生到外役间可能会有问题，会变这样哦。所以我的建议是，部长您参考看看哦，我们就依据比较放宽的这个标准去看的话，酒驾无肇事的人哦的这些累犯，可以到外役间。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加强他戒除酒瘾的教育，要看法务部怎么执行，这个要请你们再研究。那如果照着蔡宜瑜版本，他就更严排除掉1853的话，这不但太过严格，而且如果1853我们这一次再修得更重的话，以后可能的负担很重。所以如果是蔡宜瑜委员的版本通过的话，那也要我们也要去把文字看怎么修正，不要让这些无肇事的缴不起钱的，哦，他恶性没有那么大的人，然后被排除掉，那衍生掉后面的困扰，好吧？部长，你研究看看。是非常同意哈、我们要加强戒除酒瘾的治疗了啊，不一定是在他到监狱间、外役间以后才去执行，而是在遴选要去外役间之前呢、就应该来着手这个戒瘾的治疗。也许成效很好了，我才让你去外役间，这也是做一个过滤的 okay, 这样一个门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告诉大家，他未来累犯酒驾的机会已经很低了，有成效了，那我就让你到外役间去，好吧？如果你1853也照蔡宜瑜委员的版本通过，又修得更严的话，那这个部分就真的要好好研究一下，好不好？好，没有必要了。谢谢。好，谢谢部长。好，谢谢郑委员。接下来请李玉玲委员。李玉玲委员，李玉玲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钟孔照委员。好，谢谢主席。在座一位各位同仁，还有行政官员，包括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的议题，我想针对役定监护
有关于预定监护。那我们针对高龄社会化之后啊，我们的法定监护的一个限告制度已经渐渐的不足以支应，所以依据现行的法律的规范，是要等到当事人发病或者被诊断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依据我们的民法十四条，由他的亲属或社工单位等人向法院申请监护的一个宣告。在法院作出监护宣告裁定之前，当事人仍然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当事人如果他还是有行为能力人，但通常已经陷入了意识不思虑不清楚的一个状况，根本无法做主，那也无法表达谁是适合自己的监护人。那面对的情况之下啊，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常常在新闻媒体看到的啊，导致遗产的家属的一个纠纷，或者一个照护的一个纠纷，基于尊重啊高龄的一个自主的自我的一个决定权，使高龄的意识啊能够表示的意思，在没有完全丧失之前，他可以自由的一个选择运用，对自己未来的一个生活作为预备啊，哈，让我们的高龄者的一个人格予以核定，受到最大的尊重。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条文的一个修正啊，包括啊，监察院不是监察院啊，是我们法务部特别提出来的预定监护哈。预定监护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预定监护啊，重新做一个调整，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不能等到一个高龄人他已经丧失意识之后啊，才来去让他去做指定他的监护人是谁哈。我想就是要跳脱以往我们之前啊所修改的法令，就是对预定监视的一个法令哈，所以面对的精神障碍跟心智的缺陷，导致无法处理自己事务时，如果借由新设立的我们的预定的监护制度，使我们的监护人受应受监护人的，也就是高龄者的财产的一个管理法，可能就其身心照护相当之安排等啊，从而修正民法的113-9。或者113-10条的一个观察，就监护人对受监护人的一个财产的管理规定较为具体啊，相对的对于养护的一个治疗方面，则较为笼统跟抽象啊。所以我想就教各位的就是，如果法条对于身心照护方面的话，是较为比较抽象性，那是我对于未来的监护人在执行方面会有所争议。那尤其是医疗的治疗的行为，对于受监护人有危害生命或对身体有重大伤害之余，或是侵入性的医疗治理，或是拒绝医疗指示等，是否能订定预定监护契约，成为委任契约之内容的一个条例啊？啊，就可以保护到受监护人的一个权利。还是有其他的相关配套措施。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这些高龄化之后，我们不能等到他丧失意志之后啊，才去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啊，就不会衍生我刚出来的，啊，可能在意识不清之下，啊，他做出了一些的判断，或者说他的指定的监护人啊，跟原意志不太一样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纠纷也好，或者照顾人到底要由谁来照顾啊？所以这一部分特别提出来，对于这些啊，称为委任的一个契约的内容条例，就可以保护到监护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权益哈、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的配套措施？啊、是这个是由谁来回应？委员报告啊。这个委员讲的非常正确了，就是预定监护希望在他意识很清楚之前啊，先指定啊一个合适他能信任的这个监护人，不要等到他已经无法表达的时候啊，由别人来做决定。我们是尊重他个人的一个决定啊在先。那详细的内容，我想请法律事务司长来做一个补充说明。
是，谢谢委员。那跟各位跟赵委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就是说我们整个高龄社会，它可能需要配套的法条非常多的。那在民法的是有关于基础权利义务部分，所以我们针对议定监护契约它的整个的基础架构在民法做规定。那至于委员提到，比如说医疗，好，医疗，那刚刚周春明委员也有提到，就像病人自主权利法，它预立医疗决定书，它其实是有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它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程序上面的规定的哈。那它可不可以有一个代理人，等到它状况发生的时候，他可不可以放弃治疗，或者他选择何种治疗？那这个其实在病人自主权利法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哈。那卫福据我了解，卫福部也在推。那不只是病人医疗的部分，不只是病人自主权利法，在医疗法的相关法规其实也是有的哈。那在其实我知道其实我最主要用意是针对于我们的议定监护的一个制度哈，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这一次特别提出来哈。我想对于这些的高龄者啊，在他意识之前啊，能够有很明确的一些相关的对他的一个他自己认为他对他最有利的部分啊去做，不管是指定监护人也好，或者说他的指定人的也好，其实是可以达到化解，不管是家庭内部的一个纷争，能够达到最小的一个效果。是，谢谢。然而根据民法第113-3条的规定啊，议定监护契约的成立只需要监护人和受监护人，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啊高龄者啊，向共同向公证人表明双方订立议定监护契约的一个合意啊，并使公证人啊确认双方的意思合自之任意性或真实性，而不需要经过其他的家族的同意。那如果对于其他家族的成员，是否有其他的救济管道？报告委员哈，就是有关于这个我们的议定监护的出发，就是说在他其实意识清楚的时候，他本来自己就可以做决定。好，他在其实他自己在做身心照顾或什么的都可以做决定。那我们希望他这个意识自主的能力可以延长到他这个，如果是到时候精神障碍、心智缺陷没有办法有辨别事理能力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发挥，那时候发生效力了哈。那所以原则上我们其实是尊重我们这个整个的法条本来就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了。那这个我知道你们当时也有跟我说明，是不是援引1119条之一是吗？对对对，1119条之一。1119吧，你们跟我提的时候是1119条，针对于公证的遗属一个强化意志的一个监护的行为，透过这个制度性的方向来降低家族内部的一些的纠纷嘛。对，我们也对。透过公证人，因为公证人在公证的地方，他也会着作说明，针对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也会做说明，会更清楚。所以对于今天我特别提出来的议定监护制度，其实我是希望能够早日落实了哈，因为毕竟要补2009年当时的修法啊，并当时只制定在一个当事人已经意识不清啊，可能在医院里面已经有需要急迫性的治疗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 loss 哈。那刚好你们提出来是补这个不足，当然我在这边是给予肯定了哈。好，谢谢，好，谢谢主席。请钟委员，你要上来替我主持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请段宜匡段委员咨询。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这个关于议定监护啊的这个规定哦，那么我要请问一下行政院跟司法院哦，那么关于这个部分为什么没有定这个议定这个监护的监督人呢？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在我们这个议定监护啊的监督是谁来监督？是法官监督，对不对？那各位可以想象哦，法官哪有时间呐去主动做监督？你们只要求说他要定期呈报他的这个报告，好，那就算有送了报告，
那法官有办法去查核他的报告吗？我相信他送来的报告啊，大概都天下太平啦。好，那除非是法院接到检举，那哪一个人会主动去查核，说你到底有没有照这个被监护人的意志，哈，那么的要求，然后你去做这样的，无论是对财产可能还可以去做一些检查，那对于他的健康跟人身的照顾呢，有谁可以去做？法院会去做吗？法院会定期派人去巡查吗？会不会？应该不会吧，对不对？那你们，我要请问一下，你们知道在上一届啊，这个本院委员陈洁如等啊，有提了这个民法的这个监护制度啊，在民法亲属篇啊，还有增列议定监护这一节，你们知道有这个修正案吗？你们知不知道？知道。那这里面有没有定议定监护的监督人？有啦，人家条文里面有定啦。啊，司长你不知道吗？113条之7、113条之4，好，选定议定监护监督人，这个是要选定这个监督人哈。哦，他在这个113条之2就有议定监护监督人的定义，指监督议定监护人执行职务之人。好，然后呢，113条之4，好，他有要怎么样去选定议定监护人？113条之7，议定监护监督人之职务，他定得很清楚啊。啊，你告诉我说你们知道有这个修正案，你们排除议定监护监督人一定经过讨论吗？你们是嫌麻烦吗？这个其实是可以减轻你们法院的负担，然后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被监护人啊，难道不是吗？好，没关系啦，你们去研究一下哈。我们进入这个讨论的时候啊，请向委员会说明啊，为什么你们的版本里面没有把这个放进去。第二个问题啊，我要请教法务部了哈。这个累进处遇条例啊的这个规定啊，就是编组分级啦，对不对？好，署长，那依照他的这个刑度啊来做编组，然后呢，依照他的表现啊来做晋级，对不对？到第三级以上，他总共1、2、3、4级嘛，第三级以上啊，然后每一个月只要达到10分以上，就可以达到这个减刑嘛，是不是这样？缩短刑期，缩短刑期啦，不是减刑啦，缩短刑期。好，满分是12分啦，你要到10分以上。然后这个累进处遇条例里面的条文的明定啊，就教化结果最高分数是4分。然后呢，作业就是这钢牛做钢啦，对吧？最高4分，超性最高4分，所以加起来12分。就是一般的受刑人哈，他就是只要达到这个12分里面的10分，好，假设譬如说他作业好，他表现很好，有最高4分，那他的教化3分，超性3分，这样加起来就10分，对不对？他就可以达到标准，可以晋级嘛。好，那有一种叫做和缓处遇，对不对？对，和缓处遇就是说，因为你的状况特别哈，譬如说，根据《监狱刑刑法施行细则》第26条，好，那么包括患有疾病，经医生证明需要长期疗养，心神丧失、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衰老、身心障碍、行动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叫独立公这种的，现在刚一定要搁个关节来对了哈，他已经不能自理生活了哈。怀胎或分娩未满2月者哈，包括这些了哈，就给予和缓处遇。和缓处遇就是对他的标准啊，
比一般受刑人更低，对不对？没有错嘛？没有错。那在和缓处遇里面的作业哈、哦、这一项，它有个规定，就是说你已经不堪作业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工厂做工的。那你如果那怎么办呢？你这一项等于零分啦、啊，对不对？所以我给你，你不用去做工，你不用去作业，我就自动用最高分数给你打折变两分，是这样吗？一般我们原则上是会给两分，两分嘛、嗯，你们不能给三分嘛，是对不对？因为你们这个适应系的规定得很清楚嘛，他说二十七条的规定哦，不堪作业者其作业成绩依同条例二十条锁定作业最高分数二分之一计算。好，那就有一个结果了，部长你听清楚啊、哦，我今天假设是衰老，好、哦、或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我分娩不到两个月，或者是我怀孕，我不能去工厂做工，那我只能得到两分，对不对？然后我要满分要十分，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我在教化结果我必须要有四分最高分数，超性最高要有四分，我才能达到十分。那一般的受刑人，他只要认真工作，他有可能作业分数就可以拿到四分，那他的教化结果他只要三分，他的操性只要三分，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一个我不是我不工作、欸、我没办法做工了，我的身体都不堪啊。然后你对一般的受刑人身体力壮的，你对他的教化结果的分数标准，还有超性的分数的标准，都比这些不堪作业然后接受和缓处遇的人标准要低。我如果用这样的例子来看，结果会变这样啊，是不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他这个因为他是和缓处遇，所以他的作业分数会二分之一，对的。但是他的责任分数按照我们的规定，他是只有一般的八成。八成就他已经压下来了嘛，分数就变成八分。哎，不是、啊，责任分数是他要晋级的分数，对嘛？他总晋级，但是他这样等于他人家拿一百分，他只有拿八十分就可以晋级了，对嘛？他已经本身标准就不是我问，我跟你请教嘛？那你这个十分，他的十分跟另外一个一般受刑的十分有没有一样？哎，他这个等于因为他们只有八四四二嘛，对啊，是十分嘛？对啊，十分啊。哎，对。所以他也是要拿到十分呢、啊，哎，对，所以他的教化结果他也是要拿到四分嘛，是他的操性他也要拿到四分嘛，是是是。那他这个四分跟那个这两个四分跟一般受刑的四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操性跟教化是。对啊，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知道，就我是身强力壮，那我有另外一个受刑人，他受和缓处遇，他身体很不好，那他很乖，我不需要像他那么乖。因为我有作业分数四分来补，不是啊？这个我们就是刚跟委员报告，我们就，但是他那个拿到分数的标准比较低，是这样吗？我要拿到这个四分，跟你要拿到这个四分，这两个是在同样的立足点吗？应该这个草性跟教化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你怎么不了解我的意思嘛？你怎么会？你就不了解我的意思？我要表现出什么样子？跟 A 跟 B。我要同样拿到这个四分，我一个是有受和缓处遇，一个是没有嘛，我们都要同样的表现才会拿到四分嘛，对不对？没有错嘛。那所以当一个受和缓处遇的人，他必须要表现得到极致，到非常好，要很乖很乖，他要必须拿到四分，他不能拿到三分。他这两项教化结果跟操性，只要有一项拿到三分，他就没有办法达到十分，是是，对不对？是是。那另外一个没有受和缓处遇的，他健康没有问题的，他只要认真工作，他可以两个都三分啊，他就十分啊。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觉得我再问你部长跟署长一次嘛？那这样你们觉得公平吗？我来了解哈，如果需要调整，我也愿意来调整。这个修这个监狱行刑法的施行细则就可以了。好，这个不需要修法，好不好？你们马上检讨。我希望今天呢、啊，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其实这个你们不用花太多时间了。这个答案就是说，你们觉得这样合理不合理？好，或者到今天或到明天，我们这个会议到明天
才会散会嘛，两天一次会。你们这两天告诉我们你们研究的结果，好不好？好，谢谢。好，对于段委员刚刚的垂询，那请部长，这最晚明天早上以前，把相关的刚刚段委员的垂询的一个实验细则里面，你们应该提出一个办法出来哈。好，谢谢。谢谢钟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林代化委员。好，那部长，今针对这个外役监条例啊，针对外役监，本席认为教化工人很重要。那我们就这个监狱的刑刑法第一条规定，徒刑拘役的之行使，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施于社会生活为目的，就刑法的目的与功能，就国内外学说或理论的观察，总共有五种功能。第一个应报功能，第二个赎罪功能，第三个隔离功能，第四个预防功能，第五个教化功能。而本席所提的这个外监条例修正，就是针对教化功能。好，我举个例子，最近的最热门的这个酒驾提高刑度的议题为例，着重的是应报功能跟预防功能。好，那这希望透过呢提高对酒驾的刑度来达到吓阻，对这个人呢这个酒驾致死，好，致他人死亡啊，应该罚，而且要重罚。那达到预防，因为别人看到做这件事情会有这么大的处罚，所以我不会去做，达到预防。那所以呢，除了应报跟预防功能之外，本席更关键的是教化功能。为什么？这个如果我们的监狱系统对于受刑人有教化功能的时候，整体的諮商才会良好。因为没有受刑人出狱之后再度犯罪，只要受刑人出了监狱之后不会再犯，那当然我们的治安就会好嘛。所以呢，监狱也不会人满为患。所以我们应该把教化的功能的意义的外役监条例做一个这个修正跟检视，来提高这个的教化功能。所以呢，本席所提的草案当中重点啊，其实是两个，对于外役监受刑人的遴选资格的放宽，第二个呢，加强外役监的处遇功能，就是积极的让这个受刑人可以融入社会，尽早回归社会的准备。当受刑人做好准备回归社会的时候，自然再犯率就低了，那对于社会大众的安全就更有保障。这种环环相扣的问题，其实不仅对犯罪的人要加强处罚，例如酒驾问题，更要积极的辅导已经在监狱当中的受刑人能够改过向上，使受刑人可以学习职业技能或谋生技能，回归社会的时候自然有安定的工作、安定的收入，对整体社会而言是最好的预防犯罪，甚至是比严刑峻法是更好的犯罪预防。所以呢，检视在外役监当中，其实我也要给这个我们法务部肯定哈。那其实你们很积极的，至少在农业缺工这个部分，你们踏出了第一步，跨部会来找这个农委会，改善了缺工 2.0 缺工的农场，你搭建温室栽种有机蔬果，减少缺工，提升受刑人的专业技能。所以呢，本席要问啊，这个六个外役监，你总共有多少受刑人投入这样的计划？那法务部评估这样的效果如何？今年会不会继续实施？会不会扩大办理？你预估有多少的外役监？会派出多少受刑人来参与这个计划？部长，你请回应。谢谢委员的指教哈。对于这个外役监呢，要强化它的教化功能，我们非常同意啊。所以我们这一次修正以后，就是要放宽遴选的标准，让更多的人进到外役监来。那外役监的话，就是跟一般的监狱不同，在于它跟社会比较有多的接触。那对于他如果服满以后出狱以后呢，回归啊会比较正常啊，比较不会再犯，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委员能支持，就是外役监这个条例的修正，将来啊遴选的话，我们会更严谨，那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可以及早跟社会做接触。那详细的数字，我请好，没关系，这是署长来说明。我们会后你可以提供给本委员会哈。那我想就外役监有几个问题，还是跟部长您做个请益啊。来，我这个呢，从你们矫正署所提供的表格，好，这六个外役监哦，不好意思，这个是比较远哈。外役监的薪资是以最低工资啊23100元作为计算基标准，
而这个表清晰可见啊，同样以23,100元的标准来计算，为何有最高日薪1045，像巴德外一间，最低的薪资日薪才770元？比如说台中的女子监狱外，女子外役分监，屏东外役分监。一个是日薪1045，一个是日薪770，相差26%。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差距？署长，你要不要？还是应该是时数的关系啦，有的时间的哈。比如说我们有的760的是因为他只有做6个小时，嗯，还有他因为有的是要十足8个小时以上的。重点你是最低薪资是23,000哦，所以我认为你说要达到23,000，然后你的日薪有这样的差距，累积起来，有的是可能超过，有的是根本不足。好，所以我只提醒你这一点，就请部长你重视。好，那这个工作内容，就本席了解，你矫正署开办的技术课程分作4类，啊，就是证照类、实用谋生类、传统工艺的陶冶心性类。这个为什么要开这样的技术课程？因为你要让受刑人社会接轨嘛。好，那我们看这个表，你的作业项目，你身处外役间的受刑人的工作项目是什么？这六个外役间呐，我爬书起来啊，你们做什么？分类大概这样：资源回收、螺丝包装、印刷、货运包装等。都是属于劳力工作啊，所以你为什么你在监狱当中开办的技术课程，到外役间的时候你不开放技术类的工作，你全部都是劳力的。好，就是像资源回收啊，好，这个螺丝包装啊，印刷或这个货运包装啊，是因为这，所以这到底什么问题呢？是因受刑人身份特殊而拒绝给予技术性工作呢？好，如果是这个原因，有没有办法突破现况？否则你在监狱当中所开办的技术类是浪费的嘛？那因为你在你的外役间当中，他希望他更能够提高教化功能跟社会接轨，可是他做的并不是技术类的，你只提高一些可以说是基层低阶的劳力的，他的门槛没那么高的，好，那劳力的密集的工作，好，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可以突破现况来给予更多的技术性工作呢？部长，好，我们会来改善了。那因为技术类的也涉及到师资还有设备的问题了，嗯，啊，我们尽量来配合，如果符合社会的需要，对他将来出狱以后能够容易找到工作，这是最终的目的了。好，部长，这个我很高兴能够听到您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哈。那我也要再点出几点，让部长哈还有署长你们清楚这个状况哈。你们矫正署说实在也认真哈，你们对于我在这个服务就业服务转介来讲哈，你们希望有一个原则，就一案到底。所以去年的时候呢，你们总共转介收容人是1864人，你就让他来做媒合，好，有1864人，成功的案例是976个，所以转介成功率是达到52.36%。可是有一个吊诡的现况是什么？你们从我这张表格当中，你们的这4大类职业训练的开课培训的人高达12,950人，12,000人就好了，13,000人呐、啊。你扣除这个陶冶心性类啦，哈，画画啦，手工香皂啦，哈，纸黏土啦，这种心性类扣除的也有8,278人。但是刚才有提到，你矫正署转介成功的1864人，所以整占你这1864人占你整个技术类8278，也不过22.5%啦。所以呢，我要问的是，培训人数，你在监狱当中，你培训有12,950人，好，但是呢，你经过了外役间，好，就算外役间也好，或者是在监狱当中，你的职业训练，好的课程的工作的提供，可是到最后你做转介了，才2,000人不到，因为才1864，成功的才970，转介的1864人，所以你培训了12,950人，算1,300呐、啊。但是你转介的，我先不要成功了，转介的才2,000人，这个成效是相当低的啊，表示你培训的在当中监狱的培训是浪费的嘛。最后你开训的，在这个提供作业的这个职业列别当中，你开了4大类啊。可是四大类之后，职业训练的也不过占了22.5%成功啊，转介的，然后这转介成功的更少啦。所以你这样的一案到底，
其实你在职业训练当中跟你在你职业训练跟你在做最末端的转介当中，你这个教化功能当中是可以有在提升的空间啊。所以部长您认为这样的现况是，谢谢委员指教。这个建议好，我会要求矫正署回去重新检视课程的安排跟后来就业的状况，里面有没有落差？这个落差怎么样？哪有落差？我的数据告诉你落差。了解原因在哪里？我落差，我的这个数据都是矫正署给我的公开的网的资料。所以啊，这个最后了哈，这个外役间作为受刑人与社会连结的过渡阶段，是否应该强化外役间的教化功能，以利受刑人与社会之连结，维持社会的安定？那所以本席建议法务部啊，针对两个作业模式，好，要进行修正，介护监外作业及自主监外作业两种模式的精进措施啊，应该给予更多的技术工作，严厉放宽遴选的资格，扩大自主监外作业的范围。所以本席啊，在这边啊，会这个希望啊，你们在一个月内啊，就是在四月底前哈，能够完成研拟的办法，回复本委员跟本席办公室，您可以做到吗？好，我们会要求矫正署尽速来办理。好，我再跟委员补充一下哈。那个其实我们现在外役间已经有在技术性上，原来我们外役间都是朝农业方面嘛。那现在我们都因为整个在工业化转型，我们其实我们目前的天车啦、吊，还有那个对高机等等这一些的一个训练跟这个外雇的。我们都已经朝向转型这个机关走了，还可以更开放一点呢。好，我们这个我们的产业的这个精进上其实是很快的，所以我是觉得您在让我们受刑人在这个工作的技能提供合作的业者，我觉得其实你应该更符合社会的脉动。有的，有的，我们现在我。巴德最近要开一个太阳能光电的维护班，这个好，那我想你还是做个检视啦。你有在做，我肯定哈。其实刚才部长我开头就讲，其实你们是很努力的在做，但是我觉得教化的东西如果大大的提高的时候，你出来犯罪率再犯率更低，你社会就会良善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数据呈现也给你们看了啊。所以技术类受训。跟你在这个外役间当中的这个工作的状况，跟你转介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嘛？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那就一个月内哈。好，谢谢林委员。接下来请王龙章委员。好，谢谢主席。我要请教的部长，好，部长，我们在今天行政院送出来函请审议的法医司法第五条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订哈，虽然时间已经晚了，这在我们 CRPD 的优先检视清单里面的规定，事实上照规定我们在去年的11月就要完成了，就是说，但是我们到现在就是说的才进行这样子的工作。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也看到送出来的就是说条文相对于现行条文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有一些改变，好，不再明指精神的疾病或者是身心违常，好，但是从你们的报告，好，第五页的报告里面来看，好，本期看到的就是说，但是部里面还是认为心不甘情不愿，好，这里面认为就是说，我们的法医的工作是从事解剖、相验等鉴定工作，落实人权保障并维护司法公信力。好，非常的神圣，所以不论是先天或者是后天造成的身心疾病，要承担如此重任，确有可疑之处。好，但是呢，因为你们说后面的意思，我的解读就是，但是你们说这样子的规定会歧视，那然后要两位以上的专科医师就是说咨询，然后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做修正。请问部长，本席的解读有没有误解？这也许文字上不是那么严谨啦，不过用意就是说，希望法医师啊，他能够凭他的专业，而且能够很正常的做判断了。如果他身心是不适宜的话，恐怕也不适任这个工作了。我想所有的工作都会是如此，是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员相关的，就是说法规要考照等等的这一些，或者是说一般的工作里面，我想那个是基本的条件跟精神。所以就是说不是好。
您刚讲的这一些问题的话，不是身心障碍者才会发生吗？我们任何一个工作者都有可能在工作上面犯错啊。之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本席在对于就是说你们今天的报告第一点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我要用的抗议啊，也希望就是说部里面回去检讨。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行政院所提出来的，你们提出来的这个版本，好，第一项第五款的规定，有客观事实足以任其身心状况不能执行任务。我想第一个请教的是，客观事实是指什么样的情况是客观事实？当然要由谁来认定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申请会由主管机关。他应该会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人是不是适任。那如果说他不适任的话，可能谁可以提出来？谁会提出来？主管后面讲，经主管机关认定嘛。好，主管机关就是我们法务部，是不是？可能是法务部或是法医研究所。好，法务部的法医研究所。那谁可以发动这样子的认定？因为他如果要提出他要担任法医师的时候，当然接受的机关他就是要去审查嘛。那审查的时候就会，所以我们所有的人要报考法医的时候，我们通通都会先做鉴定。我看法医研究所所长在这边，是不是请他请我想他说明？那其实这个部分最主要是身心障碍者的一些规定哦。那我们是检讨旧有的法律，认为说他的那个叙述的方式有点涉及到歧视。那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完整的哦。那其实现在目前申请法医师执照是到我们那边来申请。好，我想请教哦，我们现在就说主管机关认定，主管机关有没有能力认定？现在这一所谓的主管机关指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报到华裔所这边来，进华裔所这边就报到部里面去了。那其实法医司法的主管机关是法医所，是法务部，法务部，法务部嘛。那我们会先做由法务部来认定嘛？我们会当然法务部就是说授权的。我们先做过幕僚座位的部分，然后再在报请部里面这边来审查是不是通过。我想这里面的话，未来的提出好。提出有这样子的去要求，就是认定也会是我们部里面的同仁嘛，然后也是由部里面来做认定。好，我不晓得就是说部长还有就是说所长哈，目前我们的这样子提出来的就条文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参考我们在医事人员呢，包括就是他的相类似，好，他们的工作情况就是说等等相类似，包括我们的医师法、药师法、医师检验法、语言治疗师、听力师、放验光人员，然后放射师等等，这15种医师人员，他们现在自修法的内容我念给你听了。好，他们在这里面的规定就是有客观事实认不能执行业务。好，有客观事实哦，不是指身心状况，就是所有些客观事实认为就是说他不能够执行业务的话，经主管机关邀请相关专科医师及学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之。好，就说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有客观事实认为他不能够执行业务，好，不只是身心的这个部分，不是名字，是身心状况的这个部分，除了由就是说主管机关的话，让客观的就是说相关的就是说第三者一起来共同认证，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做得到？我想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现在的审查大概都是在采外部委员来审查，我们邀请包括这个医师工会，包括这个病理协会、各专科协会，是这些好，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把它明白定清楚，是应该没有困难吗？是，好不好？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等我会拜托我们司法委员会的委员同仁，然后来做修正的提案。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我想请教，好，在你们的修正条文里面的话，第一款第二项的这个部分，我们包括曾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好，在这个部分的话，然后里面我们的规定是包括有个勒戒，好，有强制就是说勒戒，经裁定观察勒戒强制戒制的这话的话，就不能够担任法医师。
大概是我们其实主演的是说在这个怀疑的鉴定案件，我成犯哦，不是我担任法医师之后就说犯下这样子的情况被解，我只要成我的解读里面就是说，我假设我在年轻的时候，好，在读书的时候误触，然后被强制勒戒，未来我要来报考，要来担任法医师都不可以啊。我跟委员报告啊，因为之前我们的观念常常是看这个前科的问题的，那现在随着这个整个的那个环境的变迁哦，其实我们更重视外部专家的意见。那如果将来像这个状况，我想透过委员会，现在法律规定的就是如此啊。对，我们是可以再来检讨，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说可能你我预期你会讲，就是说他的要维持司法的，就是说公信啊，那然后要保障安全、维护司法的，就是说公信力，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法官，好，我们的法官没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对检察官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好，你们这样的要求，我后来去看所有的专业人员的的规定，认识的就是说规定最严格的就是法医师啊。为什么？而且这是致死，从1994年我们法医师法立定了以来，就这样子的规定了。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读后法医师？对对，好，然后我们在医师里面规定的，也只有到就说判刑确定，曾经判刑确定不行了。好，他如果是观察勒戒、强制戒治的这个部分的话，还不在里面了。为什么只有对法医师我们这么严格要求，我们对法官、检察官等等都不这样子要求？我想我们当时定这个法令啊，大概也是帮遗体在讲话，那我们希望说他的身心各方面也许是不是可以确保这个品质。那其他的不用吗？我们的法官那个更严重啊，我们法医师好，他相验的对象是什么？好，各位都很清楚啊，我们对法官、检察官等等，对于就是说起诉，对于就是说判刑、裁判的这个部分，都不做身心状况的，就是说要求。我们独独对法医师啊，所以我想请问所长跟部长，这有没有修订的必要？好，因为这一条不在这一次的修正范围内。没有，有啊，在这一条，它同样是第五条。对，没有原来我们打算要修正的范围了。但是如果委员认为说这个有同样来参考其他的医事人员的相关法律来做适当的修正，哦，你们要不要就是说马上研究一下？因为这个很简单了，然后只要 Google 就可以看到所有专业人员相关的就是说规定。好，那等之后的话再进行处理讨论的时候来做确定。好，谢谢谢谢王委员，接下来请管碧玲委员。好，谢谢主席哈。我请教部长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修法哈，大致上议定监护权的部分，我想是高度有共识嘛。好，这个部分看是文字怎么修，但是大家都会同意这个方向，对不对？是。好，目前是这样哈。但是有关于累犯是不是在外役间的遴选上面，过去是被排除？现在要不要放宽这个问题？哈，你们提出来的这个修正是说，如果他所犯之罪都是6个月以下之刑嘛，是不是这样的累犯嘛？嗯，好，有多少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就是我6个月本来是判6个月以下可以一颗罚金，但是可能我是弱势，所以我没有办法缴钱，因此我就去入狱，对不对？好，那当同样他变成累犯的时候，他还会被判6个月以下吗？他在成为累犯的时候，即使他所犯之罪可以判6个月以下，但是因为他已经是累犯，所以他有可能还是被判6个月以下之刑吗？这要看个别来，我要知道的是、哎，我要知道的是，事实上这样的案例多不多？矫正署在提出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个统计？目前来可能合乎这个条件有多少人？是吗？因为你们提出这样的修法的 solution 嘛，好，你总要让我们知道说你会遇到有多少案例是适合的嘛？来，
我们希望是放宽的，有多少案例会适用？放宽，对啦，你放，我要知道有多少。你放宽以后会有多少案例会适用？来，你们不要为修而修，就委员提出来的案，你们如果觉得不妥，然后你们觉得又不好意思，全部不理会、不理睬，然后就修一个你们可以接受的。好，不要为修而修哦。本席一看就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啊？怎么会去把它设定成这种这么具体的这种条件，就硬要去开放累犯可以外移监？我看起来你们是硬要去开放了，所以我要了解是不是我错了？来告诉我。跟委员报告，不该放宽就不要放宽，我是这个意思。跟委员报告，他这个是最主要，因为委员是认为，就是说他一个一个。就是违罪的前案是违罪的，没有啊，委员不见得是违罪，委员的提案是什么五年以下或者什么几年以下、哦、没有，我们所在那个是你们的修正案是要把它变成违罪吗？执行就在是宣告刑在六个月以下的，对这个期款的累犯嘛。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累犯，还会被宣告六个月以下吗？这个数字这种案例多不多？我们多不多？告诉我多不多？如果很多，那会变成什么？变成说好，我以后都不交钱，我去里面享受，会不会？如果不多，根本不太可能，那你们何必修？来，我就是要解决这个疑问，告诉我。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现在的外役监啊、嗯、是还有缺额啦，我们先鼓励这些在监执行的，因为太过拥挤了，能够舒缓，然后条件能够放宽。本席不论。好，不论你的原因理由，本席要的就是说，当你是国家的这个司法行政机构，然后你拿出这样的修法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未来的修法可以适用的范围在哪里？会变成是一个怎样的问题？你们总要掌握在手中再拿出来吧。那我问说，你这样修了以后，未来会有多少适用的可能性？你都不知道。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同意你们的修法方向？当然本席目前是认为没有必要去开放了。既然累犯不能够被遴选为外役监，为什么突然要去开放这个累犯嘛？好，可是你们就去弄一个好像说，哎，既然谈到了，我们就把它弄到一个我们可接受的、不会被攻击的、不会量身定做的好的这样的范围，是这样吗？我怀疑你们是这种修法策略啊。跟委员说明，我们想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可能会适用的人数是多少？今天都到这里了，还要去用最快的速度去创？因为他们有没有准备？我们晓得有准备的话，早就说明了。不可以拿出一个修法的方案，然后不知道说这个修法的未来会适用在一个怎样的对象，有多少范围为对象？那你们人如何知道说修这个法以后会遇到什么新的问题？旧问题有没有衍生新问题？对不对？这个我们再来做统计，好吧？因为这个包括前端的哈，前端的没有入监执行，还有在监执行的，我们再一并把它。所以你们怎么弄出这个修正案的？修正案的讨论过程怎么没有人去问到这个问题？啊，那你们告诉我，没有数字没关系。那你们告诉我，这个案修订以后，你的法益在哪里？来，你这样修的法益是什么？原来他的修正大概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说哈。在比较前案跟后案的比例的一个问题啦，就是后案有时候要符合外界，那他前案一个小案子，那可能就是会造成他的一个在执行上可能在比例上会有影响啦，就刑度比例是指前案轻，然后影响到后面他又没有办法到外役监的一个激励啊，我们外役监我们现在是执行上是。站在说，我们尽量能够让他能够有中间性的处遇，尽量扩大，在这个区块。啊，至于人数，我们好啦，万一间要扩大到累犯哈，我想社会观感总是有个问号嘛。我们不要说社会观感会坏或者是怎样，但是总是一个问号嘛。好，为什么要把这个累犯？因为累犯让我们觉得他并没有经过前案的矫正。而改变他的行为嘛，好，那为什么反而要替他体贴这种事？啊，这个其实他我们就已经限定前案子在
六个月啊，宣告刑六个月，轻微的啊，就属于轻微的案子。轻微案子，我们尽量给他有一个机会哈、啊，能够回归到中间性处理来处理，这样。好，你们再好好考虑了，好不好？好，那至少要掌握事实啊，就是他适用的范围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了。那里面如果有贪污治罪条例，然后本身又是累犯，好，或者是有 就已经扩大到所有范围了嘛？只要他的前案好是违罪，就全部扩大为范围，扩大成为你们可以遴选的范围了嘛？对不对？这只是一个条件而已，到时候在遴选的时候还要看他具体的是所犯的情节，还有他在监执行的状况，以及将来复归以后会不会再犯，都要再重新的评估了。它只是一个条件哦，稍微放宽，让更多的人能够申请来参加遴选，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们之所以修这个法，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希望把位置补满，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申请。舒缓一下现在目前啊、一般监狱的拥挤啊。那透过中间监狱的现在的位置空多少？还能够400多位，400多位就是了，420。好吧，讨论的时候你们再去好好的让我们知道到底事实是什么。好，未来可能适用的是什么。好，那另外就是社会对司法改革实在是殷殷期盼。好，跟你们相关各种策略都有在研议。好，那研议的过程其实都静悄悄，没有声音。事实上和各界的沟通都已经有很多的进展，社会都不知道，以为就是静着不动，司法改革完全裹足不前。哈，这个部分其实我还是再度重申呐、譬如说，目前讨论到的，好，未来很可能我们是一个非常接近纯粹陪审制的参审制嘛，国民法官制度，好，已经不断的朝向陪审制的精神在趋近嘛，就是非常尽量要去符合社会的期待。好，然后你们从3位法官6位这个国民法官有可能朝向更开放，成为3位法官8位国民法官的方式在研议。好，像这些过程让社会知道，这些过程让社会知道，想办法让社会知道我们司法改革一直在做，而且一定会做。然后我们讨论的方案的内容有可以让社会更了解，说我们是更趋近要符合社会期待的。像我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好，我们很希望你们不要静悄悄的做事，然后让我们不断的背负说司法改革毫无进展、气无寸展的这种骂名。好，这些骂名形成一种形象，形成一种印象，遇到的困难是这么的大，人民是这么的失望。好，这中间是有你们背负在身上应负的责任在里面了。好，那我还是在这里再度重申，谢谢委员，我们会加强跟外界的沟通啊。好，谢谢关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林奕华委员不在，请刘世芳委员。跟刘世芳委员发言之前，先跟委员会报告，等一下吴玉琴委员发言之后，我们会休息5分钟哈。好，请刘委员。谢谢赵委。我想直接来请教一下那个部长哈。我最近看到一个讯息，就是释字第775号哈，对于那个累犯加重本刑违宪的部分，您可不可以把它争议的重点再讲清楚好吗？为什么它是违宪？这是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出来的。好，如果我说明的不够清楚，等一下请我们司法院的代表再详加说明。那我们的了解是，大法官是认为，如果累犯是一般性的加重啊，这是跟这个法律的规定不符了，希望说要就逐案的，并不是说一切累犯都不能加重，而是说要逐案的来审查是不是符合这个累犯的要件而予以加重。累犯的要件就表示说不是所有的累犯都要加重。对。但是现在我们的法院在判刑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累犯一律加重。
所以这样是涉嫌违宪，是不是这样子？用比较口语化，来司法院，哎，请报告委员啊、哦。大概就是对于会出现问题的，大概最低度法定的低度刑六个月的部分，是如果他的累犯，您一律加重，因为加二分之一，无论是加一天两天，他要判月的话，一定都会判到七月，一颗罚金算不算在内？一颗罚金算不算在内？一颗罚金六个月以下，但是问题都会增点，问题都会出在六月最。六个月法定低度刑，最低度刑是六月的时候，他一累犯就要七月就要进去关。所以现在司法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修正的方向，针对这个释字第七七五号？报告委员，我们就照大法官解释的内容哈，那就低度刑的部分不用法官去裁量，去裁量就可以了。已经有预示所有的法官在处理的时候都要按这样的方向来处理吗？对，我们就因为解释出来了，我们全部都要遵照。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如果没有加二分之一，没有判到七个月，我们只判最低度刑六个月，一颗罚金是可以的。哦，那说明这样哈。好好，谢谢。好，那另外我还是再回来问一下这个部长哈，有关那个外役监的条例，我看很多委员在提案了哈，因为我们自己在很多地方上也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请求，就是说包括我整理出来，包括有邱志伟委员、蔡宇委员、林岱怀委员跟黄昭顺委员的四个的版本哈，这四个的版本里面呐哈，可能法务部已经有做一下很好的统整，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这针对这四个委员的版本的话，未来的法务部它的修订的方向是哪一些？第四条是跟委员说明，我们主要就是说能够放宽一个能够遴选到外役监的条件啊。是，那我们把它总和大家的意见以后，认为比较可行的就是对于已执行完毕的刑，都在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宣告，换句话说是比较轻刑的累犯啊。好，让他有机会也能够参与遴选。那这些人啊，在我们法务部现在的这个受刑人里面的人犯大概会有多少人啊？因为如果你去稍微筛选一下，属于你们所说的就是已执行完毕刑期然后受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的累犯大概有多少人？矫正署已经有没有找出数字出来？哎，这个因为还包括哈，就是有罚金还有那个劳动役以及在我们监内的，要三个总加起来才是我们的整体数。你有没有概念？你有没有概念？因为如果这么多委员都关心的话，就表示这个是一个是可能是一个这个我们民怨的方向。我们监可不可以您事后哈帮我们整理一下，给我一份好吗？哈，是，因为基本上哈，我们有获得很多的陈情的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第一个累犯哈，然后再来他第一次犯案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一颗罚金，但是第二次犯案，因为你用累犯来加重的时候呢，造成他在申请要到外役监哈的时候呢，其实他几乎都没有列入所谓的遴选对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委员提出不同的版本。那表示说很多受刑人应感受到说，其实这个除了我刚刚所提到释字第七七五号哈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开始请这个谕令各级的法官要来执行之外，可能外役监也要跟着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列入遴选对象的累犯受刑人哈。那如果这个修法可以通过，我不晓得部长您的看法怎么样，这样的修法的方向可过还是不可过，还是有人仍然不同意见，觉得说就是还是应该维持原案？当然有不同的意见啦，不过都尊重委员的看法了哈。那我们尽量就是说，只要他有符合这个条件，那能够加入遴选，在遴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外聘的委员，还有专家学者一起来审核个案。如果合适的话，就让他能够进入到外役监来服刑啊，对他将来回归社会是有帮助的。是，因为这是等于一种中间的一个教化嘛，所以让他多接触一些社会，那将来对他回归社会的时候会多所帮助了。是，所以我们鼓励合乎条件的啊，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外役监来服刑。好，那另外我再问一下蔡宜瑜的版本哈，他执行完毕的部分是在一颗罚金者不在此限，这个会不会列入你们的参考方向？我们有把它做修正啊，哦，有要修正，修正成，修正成说已经执行完毕，而且他的前科都是属于六个月以下的的累犯。那这样这一部分的话，就比较怎么说，可能大家接受度比较高了。是，
如果有不同意的方向的话，会指哪一些？就是不同意改正修正这个条文的方向，他们是指什么？还是需要接受教化？不要列入。当然，有委员认为说累犯是不是不应该要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累犯他曾经犯过错了，继续剥夺他的人身自由。那你这一次又犯，显然你这个教化不是很成功啊。但是我们说，他前面的犯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过错，后来再犯了错以后是比较重大的，所以变成一个累犯啊。那这样的话，如果他在监的服刑，表现良好哦，那是不是也给他一个机会啊？这是我们这中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让这个受刑人啊，他们能够及早跟社会有所接触啊，那也达到一个真正的教化效果，将来不会再犯。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来不会再犯。OK， 已经有达到教化跟矫正效果的时候，我们就是尊重这些委员他们的提案了哈。OK， 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刘委员。接下来请吴玉琴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我今天就这个成人监护的议题要跟司法院这边有一些的讨论啊，因为我们民法成人还未成人的监护制度跟辅助制度是97年公告哈，那是98年11月23号实施哦，到现在也快10年了哈。在这实施10年，我们高龄社会的来临跟未来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哦，现在我们银行跟邮局哦，可能很多机关哦都在接受民众办理相关的业务的情况，通常不太允许。容许无法为意识表示的民众自行办理了哈，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的这个申请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的这些案件数大概10000件左右哈，那其中法院判下来的大概97%都是由亲属来扮演这个监护人的角色，大概只有3%是由法人哈，法人大概就是我们机关团体好来办理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说，当前的存量大概是受监护人的存量大概是27000哈的一个监护案件，3500件大概是所谓的辅助啊。那这但是监护的制度其实还蛮复杂的，但看起来坚持不长，大概3年左右啊。那我就是要跟您再请教，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哦。法人的部分，他可以扮演的角色，其实在老夫法、生权法都有相关的规范，所以责任也很清楚。那他该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有也有机关、政府部门在喊累了哈，因为越来越多老人需要监护啊。那辅助宣告的部分，那可是至少有法这个机关代表在做处理，所以比较没有问题啊，就是至少有规范。可是97%的自然人怎么办？好，或这些人在要。能够扮演角色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监护人要做什么，在我们的图档里面，他要帮忙做生活照顾、医疗行为、亲属角色、福利申请、财产管理，可能这些角色都是他要办理的，因为我们法院赋予他这样的角色。下一页，那他懂得专业可多了，社会福利他要知道哪里要转介服务哈，衔接服务，再来可能有税务的问题哈，那个财务税务的问题，还有基本的法律问题、债权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啊，还有甚至可能诉讼，还有金融哈、银行、商业保险这些哈，还有丧葬礼仪哈，尤其特别在涉及到两岸关系的时候，那还有长期照护，还有医疗费用哈，还有房地产的处理哈，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监护人要懂得知识，可是很复杂，好，所以本席在这边要特别来建议我们司法院这边还有卫福部啦，这个是上次其实在总质询的时候，其实要请那个苏院长一起来答复的啦，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就没有问到哈。那这次在这边特别要请我们司法院跟卫福部也一起来思考啊，因为当我们提出这个申请这个申请监护宣告的时候，那个能不能让这些在3个月内即将担任监护人的这是自然人，可以有6个小时的相关的成人监护的讲习啊，这些课程可能包括刚刚提到的相关法令，还有伦理规范、照护计划、财产管理这些内容，而且取得证明哈，这些课程可以由卫福部来规划。那我们鼓励地方政府可以持续办理。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了解。而不了解，可能我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就出去了，也不知道他作为到底有没有扮演好监护人该扮演的角色，好，那就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确保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还有身体或是他的一个这个
人身安全，然后甚至其他的部分做好的一个规划，这部分有没有办法请司法院跟卫生部研议一下，在六个月规划这样的一个课程跟这样的一个这个事项？报告委员哈，那这一部分对自然人的这个监护人的讲习部分哈，那实务运作上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哈，还要研议的。然后有关呢对这个自然人的这个监护人，到底是用强制要来讲习，或者是用鼓励的性质来讲习？我想还是鼓励的，对，鼓励的性质哈。那这个都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决定哈。那如果一定要做这个哈，也有一个方式可以在民法相关的这个法条里面明文规定，这样执行上比较会落实哈。所以还是要来再新的修法了哈。对，还是要了解好。如果要有强制性，可能就要来那报告委员哈。那民法实体法的修正，我们主责的机关就好。好，了解，大概是这样。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地方政府其实在执行这些监护业务的时候哦，真的有点也是蛮为难的。然后我在这边要建议，就像韩国，他在家事法庭里面有设有一个中央监护办公室，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监护人的体系。哦，它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但是可能是有一个算是专责的单位啦哈。那可以让除了可以指定作为监护人之外，他也可以监护支援一些监护包括地方政府或是自然人对于民众的一些监护制度的一个咨询，他可以协助做一些咨询的工作，还有相关的研究分析哦。所以这部分有没有可能司法院这边也是一样啦哈，跟卫福部来一起来研议哦？因为这部分我知道有点复杂，它涉及到各国的一个立法脉络。那我没有要求要一个专责的单位或所谓的独立机关，而是一个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单位可以在台湾有一个可以被咨询跟询问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可执行的。哎，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个一定监护的主责的机关是法务部哈，是。那这个如果要相关的一些跟卫福部的一些研议，可能这一部分还是要是吗？可是在韩国的经验是在家事法庭下面设啊，好，所以我才会特别请。现在就是实体法跟程序法，那我们主责一些程序的进行。是。那实体法如果这边定出来，我们就依照定出来的规定去执行。我还没有要求要一个独立机关哦，我要的是一个类似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协助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还没有要到立法的层次哎，好，所以司法院不要那么急着推出去了哈，是，我们希望法务部或是卫福部一起来讨论，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专责的单位来协助，好，让这个监护制度的一个推展或是所谓的咨询可以更明确，有一个地方可以专责来协助，是不是？委员，那容许我们邵家厅长好来就这部分比较了解。来跟您报告，谢谢。是那个感谢委员的垂询哈，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跟刚刚那个就是招委提到的这样一个，我们要不要设一个哈监护人的监督制度，其实是相关的哈。那现行法哈，其实议定监护制度在这次法务部的研拟当中，他去修正民法，其实我们就是要走向更尊重一个人格自主，尤其是一个受监护人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这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照，我记得应该以往法务部在这个研题哈，研究这个要不要制定议定监护制度，其实就有考虑到说要不要去制定一个选任监督人的制度。那刚刚委员垂询的，或者是刚刚招委提到，其实都跟这个制度的走向有关。以日本来说，日本他们其实是有选任监督人制度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法院的角色其实是相对是比较积极的，他有一些很多的职权事项。那目前现行法其实在民法的架构下，其实法院就只有在一些受选任担任监护人的人，他有一些不适任的行为，或者是有一些违反受监护人的利益的时候，那法院呢才可以依职权啊，或者依他的申请啊，这个去做一个另行的改定，或者是另行的选任。所以在目前在这个法部的一个研题的方向上，我们刚刚引进议定监护制度，将来要不要去增订选任监督人制度，
那刚刚跟那个委员提到的，是这些不管说协助自然的监护人，是或者是监督他，是好，我想跟这个制度的讨论应该都有相关。如果在还没有法还没有订定之前，我们才鼓励，应该是说先示范，能不能让还没有法之前，我们让这些自然人也能够懂得监护人的角色了。好，所以谢谢我想因为这个，我希望大家研议，然后朝这个方向来走。我再补充一下，就是现在的家事事件审理细则，我们针对侵权事件，我们其实是可以鼓励当事人去参加免费的亲子教育，我们可以来研究。我们还没有到侵权，我们只是希望他了解什么叫监护人，那监护人该扮演什么角色，所以还没有到侵权的一个程度，所以不要误解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亲子教育啦，我们可以去比照那个方式，鼓励他们开发一些免费的研习的，是鼓励他们来上这些课，可以来参与。谢谢。那因为预定监护待会会审查，我们就在谢谢华务部的努力哈，让我们这个预定监护能够在今天来进行讨论。谢谢。好，谢谢委员。这个法务部跟这个司法院，如果对于今天这两天会讨论的这个讨论事项啊，各位委员提出来的版本啊，如果有修正意见啊，麻烦先准备啊，那么不要到时候讨论的时候再来写啊，先准备好，那么跟委员沟通。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各位请就坐。我先跟各位说明啊，因为这个场地中午已经被借用了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质询的时间，这个宣布什么时候休息。像下午是2:30才会开会啊，那先跟大家做说明。那等一下我们休息的时候，可能场地要清场哈。好，我们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好。谢主席，我请教一下法务部蔡部长。不对，今天讨论迄个真济啦哈，其中迄个我已经关于条例第四条哈，那源于大法官解释775针对刑法第47条的部分是有抵触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嘛哈，所以这部分呐、啊，当然大法官会议这样解释，我们当然做适度的调整。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所以针对累犯的部分呢、法官对于累犯的量刑也必须要考虑到比例原则，是情节这个斟酌了哈。好，用这个逻辑，我们来看看这个目前在执行阶段的外间的条例对。对于累犯的限制，也是不是也应该用这个逻辑哈纳入比例原则？按来错不就？按这方向，我看你的报告哈，参今日大概几个委员提版本了，差不多方向了一致了哈。是。方向一致，就靠讲后边是要按那定什么门槛，哈，是今日要讨论的重点。所以你是不是基本上同意累犯的限制也要有一定的比例原则？是，我们非常同意委员的看法了，哦，就讲会当放宽。会当较侪人吼，伊若条件符合的时阵，会当入来咱这个遴选的这个对象啊，那让更多的人哦到外役间去服刑。刚好我们现在外役间也有一些空额嘛。对，但另外要跟你请教哈，所以咱要设几个门槛，当然咱就着刑法第41条，好。41条就是这个一个罚金的部分哈，所以我看恁的报告。嘛是参酌，刑法第41条一颗罚金相关的规定，就讲您的意见，后部意见讲，已执行完毕之刑，均为受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是累犯受刑的，是列入遴选对象嘛？哈，是。所以这个部分哈，是您有开会讨论过不？哎，这我们矫正署推出来。嗯。哎，你认为安尼可行不？应该可以，更多的人呐、啊。来符合这条件哈，也让礼拜这个外役间服刑嘛。因为哈，外役间它是这个比较强调这个教化的功能哈，所以为什么是矫正署？矫正就避免让它产生重复性的行为，哈，让它这个犯行能够在这矫正期间能够有所这个调整，有所改进。能够顺利地回到这个社会生活哈，所以矫正的目的是要让他的行为回归到一般社会所做的期待，所以多真侪有人讲，第一类外啊感也教化好过，不管从科学或从经验相关的受理来看，国内外是不是对外啊感的相关的教化功能比一般军较好，应该是安尼啦吼。不但是理论上了、实际上我们的观察嘛，是认为到外役间，因为他跟外界比较多的接触，将来要回归社会啊，可能再犯的风险比较低啦。所以列艺术工子工，就是国内外即个对于这个外压感，以教化效果，大概拢安进昆顶哈。另外，你嘛适度回应，就是大法官解释第775号。这个比例原则的部分哈，好，我要请教一个较实务的问题了哈。那即马我要讲拢有几间？八间啊，目前是间啦、啊，总核定的容额偌济？2066。够偌济？好，那即马满额啊呗？啊不，总数啊未满。2000，你说2000多少？2066。2066，那起码差不多百分比来看啦，你们搞工作里百分比来看差不多是，
百分比是讲缺额的百分比啊，还是哪？进驻利息外干百分比，你讲二零六六嘛哈，啊，就你讲缺买在啦，缺是现在是420啊，是按差不多八成左右哈，还二十趴是空额的哈。好，比如讲今仔日拢有强势修法通过，你后部有要增加讲外啊干中亚岛的这个规划，还是维持现有的？目前是维持现有的啦。啊，当然，当然，你要考虑到的空间的问题，是不是有适度的空间来在容纳这个？哈，是。你空间比较大一点、啊，你空间要没得调整哈，啊，当然需要时间了哈。所以修法了，这个比如讲符合这个外一间的人数，会不会超出这个总核定的容额？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哈。这个它只是条件之一啊，还是要经过遴选呐、啊。因为个案上的审酌有一个遴选委员会，他还会去做个案的遴选呐、啊。不是讲合这条件拢会当入来，我还阁看一个案每个条件不一样、欸、所以咱提出想法是讲世界潮流了哈。啊，从科学、从实务的经验来看，教化的效果，那、啊、回应咱大法官解释第775了哈，适度的再有一些比例的原则哈，细部凶哈，当然有一些的这个罪行，大家还那边包括今天吴文提出讲，是酒驾犯哈，特殊的罪行哈，未使坑底迄个假释的这条件来对。有哪些罪行？好，比如吴委员提出酒驾、累犯，你就袂使去驾驶，另外要干。除了这个部分，后部你讲还有哪些重大罪行袂使控制？这个、迄个外要干，会逐个来对。啊，目前是像毒品犯，我们就排除了。哦，还有其他详细的，我角度。毒品犯是连资格都没有哈、哦。对。但是你们在外间的审查的那个表里面，好像也有这个评分的标准嘛，哈。我看一下，那个你刚才有几些评分的标准？啊，外间它本身就有一个积分的，它各机关按照我们的表类的积分，然后符合条件的，它才在监护会议通过以后，才报到矫正署来做第二个阶段的有关部门。我以时间相关哈，我节省哈。我拢真准时啦哈，即个卖应用后一位委员的权益啦哈，我是请书定哈，是不是噶？即个恁的审查基准表哈，可以就问好保留看一下哈，伊的评比哈，啊来对评比的内容哈，好保留看一下哈，咱以后有时间再来讨论哈。你看来对即个基准表有啥物爱修改不哈？好，咱应该找时间再来讨论哈。好，谢谢邱委员，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拜谢好，谢谢主席。那我要请教这个法务蔡部长哈。对，这个上个礼拜天呐、啊，3月17号就是立法委员补选后的第二天啊，你的老长官啊赖清德赖院长，他说执政党对于补选的胜利结果啊，至少在台南这个选区来讲，他应该要珍惜。这些意思是说，他认为台南当地的选民非常关心陈水扁总统是不是可以获得特赦这个问题，所以他要总统去重视这个所谓基层的民意啊，基层的民意啊。请问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则舆情？有哈、啊。那你的态度呢？你认同吗？特赦是总统的职权呐、啊。嗯。哦，法务部是只是依法行事。如果有接到要特赦的命令，我们就会来依法。你任内会不会处理阿扁的特赦？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讯息，目前没有是吧？是。好，那我因为其实蔡总统不是跟你喊话了啊，不是赖清德院长不是跟你喊话，是跟总统喊话啊、哦。那我们看一下，就这么奇怪啊、哦，就这么刚好啊、哦。那前一阵子呢，在去年底啊。这个独派的大佬就是台湾社的社长张业森先生，他表示他在去年底12月31号有跟蔡总统在他的官邸和他本人有聊到这个议题，
啊，他说这些独派的社团啊都一致要求总统啊对于陈水扁的特色问题一定要处理，要不然会影响选票。这个是在选举前呢，啊，在去年的年底啊。好，根据这个张业生先生他的说法，啊，他说他们要求啊陈总统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蔡总统有回说我会处理，我会处理啊，是蔡总统讲，不是你了哈，啊。那请问蔡部长，这个时候是12月31号，好，啊，那到现在3月了，我刚这样问。蔡总统是不是没有给你任何的指示？没有，没有给你任何的指示，所以也没有进行任何这一方面的作业，对不对？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哈。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是张业生先自己乱讲，还是蔡总统答应了又不做呢？这我不了解，不了解哈，哦。我感觉上这两个人里面，其中一定有人碰风，哦，或者有人说谎，或是有人糊弄，哦，要不然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会处理也不是说马上会命令法务部，也许是在我问一下，特色当然决定权在总统，对不对？嗯，那真正的这个业务的这个主管业务的单位是不是还是法务部吧？是法务部。对嘛，所以他会处理，他难道没叫你们研议吗？没有，没有哈，哦。也许他会总统府自己研议也不一定啊。总统府可以自己研议啊，他也有法制单位，他也有咨询人员。他不会问你法务部的意见吗？可能会问，但是目前我没有接到他的讯息。我想这个问题我也问你太多次了，哦，我也问你太多次，我现在只是问说总统有没有指示你研究特色问题？没有。好，那本席要告诉你哈，我觉得当然特色是总统法律上是他的职权啊，但是我认为特色是因为特色是赦免有罪之人啊，也有人建议不要特色，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陈水扁的支持者也认为不要特赦，为什么？他觉得我寻求特赦就是认罪，好，因为有罪之人才会赦免他的罪啊，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这是总统他的政治判断问题，但是前提好，如果陈总统他不肯认罪，他不认为他之前这些是有罪的话，那还有特赦的条件吗？你是业务单位啊，你这个总可以回答吧？这个我们自己内部也许我们自己会讨论了，但是没有接到任何指令，我们也不能对外面做任何的说明了。好，如果想要寻求特赦的人不肯认罪的话，那不就是常常我们在讲的啊？我们在判刑的时候不是说，有教化之可能，对不对？有教化之可能，那你现在想要获得特赦？又不肯认罪，那我请问，这样子的人有教化之可能吗？教化有各种床，好了，我知道可以教化了。你要这样扯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不悔改嘛，对不对？曾经执行过，或是现在保外就医的，是啊，或是假释的人，他也都已经可能自己本身已经受到教化了嘛，已经有悔过的意思了。哦，你就是说有坐过牢就叫有教化，是不是？那个只有我们教化目的，那个只是那个是不会再犯嘛，那个只是惩罚嘛，惩罚而已嘛。惩罚目的就是希望以后不要。那有没有教化是说他有没有因此而改变嘛？对不对？是不是？好，所以我觉得好这个议题，好我们会随时保持注意啊，因为这个案子我就讲，如果没有特色的问题就没有。他现在是保外就医，请你不要再有什么五步四步上台不上街这种让人家觉得很荒诞、很无稽的这种推论啊，或者是法律的论战啊，这一点我们都被陈水扁先生、陈总统都耍得团团转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啊。另外，我想请问你一下，上个月。2月27号，你当天有召开个记者会，就是你们法务部的酒驾
的刑法的正式版本有出来嘛？是，对不对？啊，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的内容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可是2月27号，因为这个应该是优先法案嘛，很急嘛，哈，对不对？那是行政院定的优先法。对对对对，所以他也限期要你们研究出来嘛。啊，好，227你提出来以后，经过3月7号、3月11号、3月14号三次的行政院院会，我听说3月11号那一天，你们的版本被打枪，是不是？行政院有在审查了，那审查当然有邀集相关的部会啊来讨论啊，那我们同仁还是有表达我们法务部的立场，是不是？听说了，是因为行政院院会中是不是有人认为违反量刑原则、比例原则，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参加那个行政院啊政务委员主持的会议啦，啊，但是你法务部是主草之，是，但是不一定是我个人去参加，我们你们是谁参加，或者是哪一个市长参加？今天有来吗？来，市长说明一下，因为我问内政部长有去哦。好，那我同样的事情我问过徐国勇部长，他说啊，这个这个法律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他是这样讲嘛，所以你法务部什么原因没有通过院会？谢谢委员垂询哈，跟委员报告，我是参加3月11号当天啊，在行政院的一个审查哈，那并不是参加院会。那我参加审查的时候呢，因为也邀请各机关的代表，还有一些学者哈。那学者3月11号还是审查会而已，对，审查会哦，还不算正式的院会。所以到现在，这个会期已经过一半喽，快到一半喽，你们还在审查会啊？是因为行政院还没有审查完哈，所以未来还会继续进行审查。是，对，是学者专家的意见，是不是？是学者专家，他们认为什么呢？比如说他们认为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哦？那另外有没有违反两公约哦？那除此之外也讨论到说因为现在道教条例的一个修正案里面哈，已经有提到行政没入的一个问题哦。那有没有必要在刑法再增设这个刑事的一个没收哦？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都有广泛的做。好，我们现在大家最关心其实是这个刑度的问题嘛，哈，加重嘛，啊，这个是学者，我想学者的意见我们之前都可以预见呐，啊，那有没有其他部会的官员表示质疑或反对？政府机关的代表并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好，那你们最后经过学者专家这样子这个给你们意见以后，你们的态度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把草案送到行政院去，其实部内我们就已经经过了一个广泛的讨论了，那也是不是有个政务委员在处理？对，这个会审查会是由政务委员来主持，是不是哪一位政务委员？是罗政委，因为他是法律背景嘛，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其实罗政委他并没有表示他只是主持，好，对，那我现在要部长表态。好，你也是法学的专家。好，我上次在总咨询我已经跟你讲，如果照法务部过去的做事，我们提了再多再多再多的加重刑责的法案，包括你们自己提的加重刑责法案，最后都会被学者打枪说违反比例原则。好，我那时候就已经预告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所以现在要靠法务部的决心，靠政府单位的决心和我们立法院跨党派大家的决心，让这个法案通过。法务部的立法做得到吗？一致啊，跟委员说明，法律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对，不是要让学者来做研究而已。没错，要真正解决问题。那社会现在如果酒驾事情这么严重的话，我们当然要用比较严惩的态度。好，法务部你会加重刑责，这个不要退缩，对不对？对，好，希望你们说到做到哈。如果因为学者这样子就让你们找个台阶下，就是说不要修正，或者是修正幅度非常小，啊，我跟你讲，这样子你们从院长、部长，所有人讲说哦，气义愤填膺，我要加重刑责，都在演戏啦，都在演戏啦，因为最后没有改变，
啊，所以这点我要求法务部一定要坚持立场。但是如果学者合理的啊来提供意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虚心的接受了。合理的，哎，啊，但是违反加重就是不合理嘛，对不对？违反我们加重大家的心声就是不合理嘛。至少目前法务部立场没有。好，我跟你讲最后一点点，也给你。给你参考，因为我也跟部长内政部长讲过，这是我在3月4号、5号之间哈，针对桃园的民众，我自己进行了一个调查啊，就是是不是希望修法提高酒驾致死的刑责，最终到死刑、无期徒刑等等啊，结果有高达88.92%的民众是赞成，当然也有反对，只有7.12%的反对啊，那我这个数据。也许不是很精确，但是提供给你参考。你们的立法一定要接地气，啊，民气可用，啊，不要受这个学者啊、专家的这个他们的分析的一个影响。现在要展现魄力的时候，部长做得到吗？谢谢，谢谢指教，可以吧？好，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谢谢主席。第一个问题要先请教一下司法院，之前在推人民参与审判的时候，在马政府的时期，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中研院的学者，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推动这么重要的司改法案，一定要开大门走大路，不可以黑箱操作，先射箭再画靶。马英九那个时候推官审制，他的整个错误不仅仅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在他的过程。我那个时候受司法院的邀请，担任他们所谓人民参与审判委员会里面的评估委员。结果呢？结果我们都还没有开会讨论，就先放新闻出来了。先放新闻带风向。说民众与法官一同审案，最快明年，这是2011年夏天的新闻。我后来为了这件事情，我非常的愤怒，我对司法院提出非常严厉的指责。结果那个时候的司法院跟我否认，说没有，这个是假新闻。结果2012年1月的时候，司法院推出来的官审制草案就跟这个新闻长得一模一样。我没有想到，相同的历史。又发生在新政府司改国事会议总会的时候不开，不讨论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媒体上面啊放消息说我们要做啊国民法官。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疑问啊是：相同的历史又重演了吗？还没有讨论，还没有决定，司法院已经自己黑箱作业，已经做了决定了，然后跟媒体放消息，还是这个媒体是假新闻。但是结果后来竟然你们送出来的就跟当初这个媒体披露的内容一模一样啊。这些教训我之前在委员会里面我都提过，我现在要很严肃的问一个问题啊。前几天有媒体披露说司法院现在立场转向，因为民间司改团体的要求，司法院有人去找民间司改团体协商，大家已经有共识了，表面上还是用参审给司法院面子，实质上是陪审，转向陪审制。结果司法院马上发新闻稿否认。来，我再郑重的请教一下副秘书长，媒体的披露是真的还是假的？报告委员哈，那因为司法院呢持续用开放的态度在。对不起哦，你就直接回答我，媒体这样写是真的还假的？是司法院说谎，还是人家做假新闻？报告委员，因为这一部分都是我们秘书长跟书厅长啊、那去。所以你作为一个副秘书长，你完全都不了解，连你都没有参与。我这边都没有参与，因为我这边。好，没有关系，副秘书长，你因为哦，你被排除在参与决策的过程范围之内，我今天也不勉强你。麻烦副秘书长回去把我的话带给司法院秘书长。是。如果这个是假新闻的话，严肃看待。
是要求司法院，要求司法院，要求媒体澄清啊。但是如果这不是假新闻，人家讲的是真的，我们的堂堂的司法院呢、发公开的新闻稿来否认这件事情，就是说谎。是，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好，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司法院发公开的新闻稿说谎，何其严重啊！但是如果是假新闻，请司法院严肃的面对，要求媒体更正，要求他们说清楚、讲明白。是，谁在放这种话、带风向？好，好，下一个，请法务部部长。在总质询的时候，其实我在第一次委员会的时候，我就跟您讨论过这件事情。总质询的时候，我也再度的提出朱婉清啊的案子。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你要回去了解，这个我都尊重你。那而且我也非常尊重的发函了去法务部，法务部交给台北地检署回复我的问题。我核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当初谁决定针对重放朱婉清的这个判决，免诉判决，决定不上诉，这个决策的权利？结果部长，你们北检发给我的函是半个字都不提，您现在了解了吗？因为是个案啊，我法务部不方便去介入或去干预。没有啊，所以我把它转。这个已经确定了啊。对啊，但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部长，我不是在为难你，我跟你交换一个观念。目前国家的刑罚权是掌握在检察官手上，检察官可以发动嘛？在你发动不发动之间，上诉不上诉之间，这都牵涉到了国家的刑罚权是否以及如何获得实现的问题。这样子一个国家刑罚权是否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是公众不能监督的事情吗？是公众不能监督的事情吗？我们一切就推给说，啊，这个是检察官他个人的判断，我们尊重，是这样吗？但是监督是在事后，对对，现在正是事后啊，现在已经不上诉确定了嘛，判决也确定了啊，是事后啊，所以我发函去问啊，但是不回答、啊。那这一件我也在请台北地检署重新的审视，重新的审视当初的起诉是否适当。没有，我现在要问的只有一个嘛，吼，就是当初谁做决定的？现在已经确定了嘛，那我总可以问说，这样子重放的决定是谁做的？好，如果今天当初做决定的人他认为我没有重放，我就是依法做这样子的决定，那没有关系，公众可以讨论嘛。是，我这样说您可以接受吗？可以。好，第二个更关键的问题，政府出资设立的公法上财团法人到底该不该当刑法上的公务员？我上次已经跟部长报告过了，知识体大，不是只有这个个案。我更在乎的是什么？我更在乎的是，当我们的政府每年花这么多钱养这些，用公务预算养这些财团法人的时候，结果他们的董事长侵吞公款，竟然如果啦齁，按照法务部在朱婉清这个案子的态度，是没有办法按照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的话，那非常严重。我会要求马上要推动必要的修法，这个部长你可以认同吗？如果现行法他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要问嘛，法务部站在检方的立场就好了。法务部认为到底该不该当刑法上的公务员？这个具体的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不是具体哦，这个没有没有，绝对我绝对支持部长。这个是一个抽象的法律原则，就像我们在审各式各样的法案的时候，法务部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来，都会表明你们的法律见解跟立场吗？嗯，好，这个问题我到今天问第三遍了。法务部的立场，政府出资设的公法上的财团法人的董事长，有具有特定职务的人，是不是刑法上的公务员？当他们侵吞公款的时候，到底应该用贪污罪起诉，还是用业务侵占起诉？这个抽象的法律问题，请部长表示法律见解，没有问题吧？公务员他后来经过刑法的修正以后，他必须这个我知道法定职权，没有没有问题。我现在就是在问你，东西是不是有？我现在就是在问你，你们具体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就是具体的立场，就是肃贪政策一定要贯彻。哎，对啊，我问 A 问题，结果你又回答 B 问题嘛？啊，这是法务部能够负担的一个政策。对啊，啊，你们嘴巴这样上讲说肃贪政策要贯彻，啊，我现在问你说该不该当刑法上的公务员，要不要用贪污治罪条例起诉？这个对于检察官未来在非常多这种案子里面，他们国家具体的刑罚权打算要如何行使，至关重大。法务部可以没有立场吗？今天我是第三次问部长这个问题了。好，光有关这个公务员的定义如何？好，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讨论，还是进一步讨论？那因为这个都是学者之间也有很多的意见，包括现在实务上法官的认定，他认不认识公务员，我们也要尊重啊。部长，我跟你交换一个意见啊，哈，如果啦，哈，你可不可以表明一个立场？哦，法务部的立场就是这种就是要用贪污罪做。如果现在的法规存在有疑义模糊不明确的空间，法务部的立场就是推动修法，修到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就是要用贪污罪办。赞不赞成？赞成。赞成嘛？好，那接下来我马上就提修法，我不要再等了，我受不了了。法务部如果还要再研议，还要再讨论，我真的不晓得这个大漏洞什么时候才要把它补起来。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委员会还有这个院会的决定。那当然了，好不好？好，谢谢。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游美女委员。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审家事事件法，还有这个一定监护，还有这个监狱刑新法哈。那这里呢，首先我要请教司法院的，就是关于这个调解哈，调解委员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家事事件法设立之后，我们知道调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那很多的，就是整个家事的事件，如果能够经由调解一个专业的调解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对当事人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是能够把所有的这些的家事的问题一并的解决。但是呢，在目前我们也发现说，调解委员的素质不齐。那有些调解委员呢，可能迫于时间的关系呢，他会用一种所谓的疲劳的调解，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赶快达成调解，或是这种很强势的调解，好，或是呢，他可能欠缺性别平等意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变成当事人遇到一个好的调解委员，他的问题可能就都解决了。但是如果说他遇到一个不好的调解委员，那可能只有自私一分，然后事情反而更的啊。那当然有可能当事人因为法官要求他非去调解不可，因为这是一个前置，所以呢，当事人他也害怕他对调解委员的这些的不合理的举动，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申诉，那他也可能就忍了，或是就有点被迫的调解。那这个当然就会造成民怨，那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当他是被迫调解的话，后面的这些条件的履行，我想他也会心不甘情不愿，后面也会衍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调解委员的素质就会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呢，这个贵院呢，其实也委托了哈这个这个戴月密教授哈，他去你们去做了一个家事调解委员评核机制的研究，以性别平权为中心。那里面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建议，包括说调解委员是不是应该采所谓的认证制？那调解委员的这些的训练哈，他应该要怎么样的更专业等等。那我不晓得，就说你们如何去加强调解委员？第一个素质能够控管，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些的哈，一个是资格能够控管，因为我们在这次调解。虽然我们有时候要有性别平权意识，要尊重多元文化、弱势关怀等等，但是里面虽然说要有心理背景啊，是个社工背景或是律师啊，好等等的这些的背景，但是里面我们其实还有所谓的社会经验丰富。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调解文代就是用所谓的社会经验丰富来，可是社会经验丰富的往往就是地方的士绅，那可能不见得有性别平权意识，那这些人可能又非常的强势。所以在这里我不晓得说你们对调解委员的这一块，你们如何控制这些调解委员的资格？第二个就是调解的这些素质的一个齐全。
谢谢委员哈。那跟委员报告哈，那就司法院的部分哦，那这个调解的业务可以彻底的解决当事人的一个纷争哈。那这个是我们重视的业务。那对于调解家事调解委员的一些进场机制，还有调解过程中哈，要有一些性平的平等意识哈。还有我们希望整个调解家事调解呢，也可以申诉的流程能够透明化。然后我们订了法院加强办理家事调解事件的一些要点，让法院呢能够来依循，然后来提升我们家事调解的一些效能跟精进家事调解。那相关的细节呢，那我想邵家厅长哈来跟大家比较详细的报告，可能会比较深入哦。好，那请有时间的关系是不是简短？所以谈，就说你们怎么样去，一个是资格嘛，一个是品质嘛。对，感谢那个委员对这个重要问题的一个垂询哈。那关于那个委员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家事调解委员，我们除了入场哈，就是在遴选的部分呢，他一定必须要通过哈这样一个30小时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训练，其中三十小时够不够？外国其实都要80到100多个小时。是，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进入法院里面，他在临任相关的一个背景。接下来其实就是一个个案评核跟一个年度的评核。那跟委员报告说，目前我们的评核机制，如果说有刚刚您委员你提到那些部分呢，我们大家都会考虑是不是要给予一个，比如说给他一些提醒，或者甚至于退场，这样一个机制的一个处理。那刚刚委员有提到说，我们做了一个委托研究，我们目前也在朝说家事调解委员要不要采认证的方式。那目前初步研议呢，我们大概是希望将来给调解委员他们有一个背景哈，比如有些委员他其实专长在离婚的家事调解，那这里面他可能需要的一个后面的专业的背景，其实就会有一个分数，所以我们是想要采那种比如积分制的方式。那有些其实是他着重在未成年子女监护合作父母的部分，比如亲子教育的部分。那有些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婚姻的财产，比如剩余财产，甚至于将来哈他的一相关的一个财产的请求，我们将来在这个认证的部分呢，目前是规划朝这个方向去处理。那同时呢，也要去加强每个个案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评核的一个历时及时的反应跟处理。对，那目前的评核的部分呢，就我们统计的结果到去年的这个8月哈，大概法院里面他们透过一些退场哈，其实也有一些功能的发挥以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未成年子女的会面的交往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也知道说现在离婚案件很多，那其实很多的父母就是都是在争子女的监护权或还有子女的会面交往，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牵涉到子女的交互跟以及呢会面交往的这个这个执行。那事实上这一块好像目前还是由民事执行处来执行，虽然说我们有家事事件法，也有家事法院、家事法庭，但是呢在执行方面仍然是由民事执行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不是那么妥，因为事实上民事执行处在执行的其实是财产，那你叫一个执行财产的人来执行这个人的身份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你们在100年有所谓的地方法院家事家事庭协助处理未成年子女交互婚会面的强制执行事件的示范计划，那你们从100年现在已经108年了，那你们这示范计划到底做得怎么样，那要不要拿回来家事法院自己来执行，因为事实上这里牵涉到人生的这个执行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跟一般的财产的执行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专业也不一样。那这个部分你们的看法？我先简单的报告哈，从106年1月1号到107年12月31号，那示范的有14所法院了，那处理46件，收46，那终结了43件，那3件还在执行中。哦，那你是说你们这个示范是说由你们家事法庭来协助子女的会面的？跟子女就是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来协助未成年子女的一些强制执行案件的示范。好，我可以再补充哈，就您刚刚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委员也有提出一些就是想要了解，而且我们有在准备这个继续研处，还有提出这个专案报告哈。那跟委员报告说，目前的进度呢，秘书长已经发函哈，针对这个部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进到下个阶段，除了这14所法院目前的示范情形，我们在评估它的成效之外，我们已经有进一步呢跟民事厅，我们希望呢就由秘书长发函给
各地方法院哈，就是由家事庭跟民事执行处他们去共同的去商量出一个计划。好，就由家事庭去提供软体跟专业的，然后让民事执行处的事务官，他们也可以在针对这个子女交互跟婚姻交往的执行上面，可以符合家事事件的本质，也就是让他不是用一个物的，好，甚至于准物权这样一个取交的这样的方式。那目前呢，我们有给就是说地方法院一些工作的一个时程，那也会在未来的这专案报告里面再进一步跟委员报告详细的一个情形。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方向了。是，好，那我们这个希望能够尽快的这个落实哈。那再我想要请教法务部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议定监护的一个修正哈。那这在1113条之四的地方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就是说应该就是如果说法院为监护的宣告时受监护宣告人已经订有议定监护契约者的话，是以应以议定监护契约所定的受任人为监护人，同时指定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那这个意思是指说这个议定监护的人他不能够去开具财产清册，必须由法院来指定，还是说我今天选了一个议定监护人，那我就同时也让他来，就说他就是来顺便帮我处理财产，所以呢，他是不是也能够变成是就是来开具这个财产清册之人？那这个部分，我不晓得法务部你们这个的立法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哈，是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有关于这个的立法体例，其实我们参考目前的成年监护的条文哈，也都是同时先指定监护人，然后另外在法院会这个依照家事事件法去选任这个去同时是指定的开具财产清册之人。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两个人是要分开的，对，我们没有特别分开，可能要看实务上司法院有没有这个，就是他们的操作上是不是一定要把监护人跟开具财产清册人分开，那个可能。那司法院这边呢？目前的事务上是怎么样？目前其实法院在选定这个监护人的时候，如果是个案有需要这个同时指定这个开立财产清册之人，就会同时去指定。对，我是说那两个人是一定要分开，就是说我今天是监护人跟这个财产开具财产清册的人是一定要不同的两个人，还是说他可以是同一个人？就是视个案来决定，由法官在决定这个监护事件的时候，他视个案的需要来去决定，有时候可能是不同的人，对，是，对，就是他原则上是不同的人，原则上是不同的人，对，所以我可不可以用议定监护的方式说我要同一个人，我就在议定监护里面就做约定了，那这样的约定的话对法院有没有拘束力，还是说法院仍然说你那个议定监护你整个是议定监护的监护人，所以这个财产清册的人仍然是我要来指定？我想这个个案上面为什么要同时指定这个开立财产清册的人，他其实就是为了要防免一些道德的风险，所以原则上呢，我们会希望他其实是可以是不同的人。嗯哼，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即使我今天有议定监护，我指定那个监护人，他同时是一个开具财产清册的之人，法院还是可以再审酌，还是说那个就无效，还是怎么样？原则上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因为议定监护其实就是尊重受监护人的一个意思嘛。好，原则上是如果说没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考量的时候。其实在违反这个受监护人的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原则上我们会尊重受监护人的意思，可是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的时候，那我们会考虑就是另外让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开具财产清册的这样一个人，是比较避免一些风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们这个议定监护呢是受任人中的一人，他就可以去把他撤回，那撤回的时候不用去通知其他受任人，如果说他有好几个受任人的话，那只要其中一个人去撤回，那他就不用去通知其他受任人。但是呢，你们在条文里面有讲说，因为呢有可能他指定好几个人，就是他各有他的目的，所以今天其中一个人撤回的话，可能其他的人变成要全部要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跟当初委任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他只要一个人撤回，就给效力，等于是效力就给予全部的，就全部都撤回了。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不让他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要撤回，任何一个人撤回就把这就议定监护就不见了，还是说他的这个撤回，他其实应该要通知其他的人，大家商量一下，然后是不是要撤回？因为他们既然是共同被委任的嘛。
这个部分我去你们的思考点是分文报告哈。那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讨论这个哈，就是一步撤回为什么要全部撤回？因为他一个人的影响，一个人撤回的影响，其实会影响其他的人的分工啦。那所以当他撤回了以后，其实就会影响其他人。那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信赖关系，所以原则上我们一步撤回就让他全部撤回，因为他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契约，那让他全部撤回。那会不会导致说不知道？其实最重要的是后来法院知不知道？所以我们是有透过公证人的制度，让公证人公证以后去通知法院，所以在他议定，他在受监护宣告之前，其实就会先通知法院。那重要就是法院在，如果他真的未来受监护宣告的时候，他去看到底有没有议定监护契约需要优先。所以这样的制度，其实我们的规划就是说，原则上就是让他一个。让他单纯化，就是一个人撤回就让他全部撤回。如果他们要重新定的话，就是剩下的人要重新定，那就另外再立一个契约，他们再讨论好，然后再送到公证人那边公证，再送到法院这样。那这里呢，就不好意思，这个幼儿园我容我打断一下哈，因为您的关心的其实都在条文，我们逐条都可以再问。因为不好意思，我这样不礼貌了。但是如果您再问下去的话，我们在场两位委员可能就要到下午才帮他问了， okay, 好不好？好，那我就先问到这里哈，谢谢。谢谢啊，我们今天上午的会就到在这个所有登记发言委员都发言完毕之后才休息。接下来请蔡宜瑜委员，请各位把握时间哈。谢谢主席哈。那有委员不好意思，好，那我想要请教我们法务部长，好，我们部长，部长，因为本席有提出了这一次的外役监条例的一个修法，那我的修正的方向主要是针对。第四条的一个第四条的第二项的第三款，那我主要是针对说，现在我们外役监基本上就我的了解，它的目前所收容的人数是还有空间的，是这样没错吧？是，还有缺额。那大概外役监的比例是怎样？缺额跟现在收容的状况？我们总共的原额是2066名啊。对。那现在目前大概有420位，还有缺额可以容纳。所以缺额还有420位。是。哎，那如果相对于一般监狱，现在是已经用钱加爆炸，超收，其他监狱超收，对，哈，都是非常的拥挤的一个状况。那在外役监是有缺额，那部长你觉得这个部分，照我们的一个，照我的修正方向，我主要是针对累犯的部分。那我想，因为累犯它主要是前案跟后案的一个比较。那前案的话，如果是相对是轻罪，也就是我所说的它是得一颗罚金的罪，好，这第一犯是这样的话，那这第二犯的话，他就没办法进入外役监。我做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话，会不会？适度的也会增加可以进去外役监的人，是会增加了，因为你有弹数排除嘛。对，那我看法务部的意见是说，你们希望用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那这样看起来范围是比我所设定的还要宽。那你们这样建议的理由是怎样？其实大致都相同啦。对，哦，就是放宽能够进入到外役监的一个条件的人，哦，放宽了，但是如果委员的表达是用一颗罚金，哦，那就一定要都受过一颗罚金的判决并执行完毕。那我们的表达是说，你只要刑被宣告是6个月以下，不管他有没有一颗罚金，都可以涵盖的。因为有可能一服劳役啦，哈，哎。对，因为我可以理解说你们去考，因为并不是所有都一颗罚金啦，哈。那我一开始在设想的时候，我是认为说，你一开始你是轻罪的话，你可能前案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罪，那后面这个犯罪如果是重罪，是相对比较重的。那因为前面这一个轻罪，他就变得他在受刑人的权益之上。他会跟一般单纯犯罪的他差了这个可以进去外役监的机会，是那个落差是很大的，哦，所以我问起公，我们这样累犯，然后再另外做出一个门槛的一个限制，让他可以去进入，那这一点法务部基本上是赞成的嘛？是，哦，好，那我另外又有再设了一个门槛了，啊，这个门槛当然就是说，针对现在因为酒驾的一个
状况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另外再设一个门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犯罪是在犯了185之3的一个所列的一个罪，那185之3我们知道就是酒后驾车嘛，那就是酒驾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再多增加了这一个门槛，就是说我意思说这酒驾的人吼，啊，他就卖给他入外衣间啦，因为吼，啊，我的理由是认为说，因为通常这一种会酒驾，它有持续性。啊，我们外衣间的基本上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以这个人犯罪，他是偶发犯罪，他并不是那一种惯性犯或是持续犯，所以以这个人就是说一旦被犯罪的执行，他很快就他就驾驶对吧？所以我们让他去外衣间，让他有早一点出来社会的一个机会。啊，不过酒驾犯不同的，酒驾犯以后有一点成瘾性，酒就是有成瘾性啊，所以他有可能哦，缩刑了，你另外一间缩刑了，出来个酒驾，啊，那社会观干嘛不护？所以我另外再把这个185之3把他抓进来。那这件事情，法务部你的看法是怎样？这符合我们目前法务部所推的，就是对于酒驾要严惩啊，哦，但是是不是完全都不给他机会？哦，可以重新考虑了，因为譬如他在监所里面，如果受到戒瘾的治疗，成效很好。哦，那能够到外衣间去服刑，那个跟社会有多一些接触啊，继续做一个戒瘾的治疗的话，那未尝也不能给他有一个机会了啊，这是请委员考虑了。就是你认为说，如果他是确实有治疗成功，哎，啊，那位没好，马上还有开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在逐条讨论的时候，我跟他大概在讨论看卖了。因为我觉得这类物件你来框进来也是可以宣示嘛，因为现在大家都只是去思考哦，酒驾要去要重刑，所以我们都只考虑到前端，社会面嘛，都是在讲前端的问题，那还不如说我们在严防酒驾这一个事情，我们用后端来处理。那后端就是说啊，你相对于其他犯罪，你是没有外衣间的一个机会，而且这样也不会再沦于说好像。讨论到酒驾犯，就是在比重刑，跨假提案破掉档啊，就是伊个是，吼、哦，他的才是现在的主流的民意。我觉得也未必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提出的公正是说，有后端，吼、哦，既然你已经酒驾而且都已经被判刑了，那你就少了这样的一个外衣间的一个机会。好、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在科鲁快买了，让法务部这边也参考看看，好不好？好，谢谢，好吧，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何志伟委员。啊，谢谢主席跟现场的同仁。那个本席要质询的关于这个议定监护，我想先请教一下议定监护我们的条文里面，所谓的公证人，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我们如何定义公证人？我们请那个。OK， 你啊，公证人是在司法院的业务范围、啊。你那边的法条是要怎么定、啊？公证人的就是依照公证法里面的包含的法院公证人跟民间公证人。法院公证人跟民间公证人。那请教一下，针对这些所谓的法定或者是民间的这个公证人，会不会有所谓的产生后续实际上面第一线作业上或者是实务上的问题，有过吗？指的是哪一种类似？我们在讲这一个所谓的要修订议定监护，要增加要修订它，最主要的目标是减少所谓的后续的一些争议，所以这是目标。另外一个也让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个当事人他的身心上健全时能够指定嘛，对不对？对。但是从实务的经验呢、啊，我们发现。有些即使有所谓的公证人，他去做公证之后，也有所谓的好的公证，也有所谓的恶质的公证人，有吧？这个公证人业务因为是司法院业管的，他那个实务上，那就请司法院这边来回应吧。对不起，因为刚才在跟幕僚拿资料。哎，公证人其实有时候也容易出问题呀、啊。是。因为我们实务的上面，我们有去公证人啊、哦。如果出问题，我们目前事前的机制是定期的，由我们地方法院专任的公证人会定期的到
各民间公证人哈这边去督导他们的业务，然后检查他们的一些缺失之外呢，公证人说，民间公证人所有的公证认证的书类，全部都要送到法院，那我们专人的去审核。我们这边要讲就是说，我们有违法处理的一些有好人也有坏人，那公证人其实他的素质啊，或者是说有好的，但有违规定的话，一定会受到我们惩戒。我想我们的立法最高的利益就是立法精神，要修这个条文的最主要精神就是预防未来有可能的争端要发生嘛。是。那我在这边在一个条文上面的建议啊，我们有一个共识了，就是说是否应该要有公立的医院，增加就是除了有公证人之外，在这之前，我们在所谓的身心上健全时嘛，是否应该要有医院作为他的所谓的精神鉴定？那这个部分，我想要看你们的交换一下意见。我们尊重我们那个主责人。跟我们报告一下，原则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身心状况有问题，他其实依照我们现行的法律，他就会去受辅助宣告或者受监护宣告。如果他没有做这样的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我们推定他就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因此，他不论是在定这个议定监护契约也好，或者是他在定其他契约也好的时候，我们原则上都只会透过公证的制度。那公证人在这个实务上，他在公证的时候，他其实也会看一下双方的状况。这就是公证人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契约上。对，但是有些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精神上面的状况真的很多，有些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去做鉴定。我就举一个很有名的案例，王永庆还有他的母亲王月兰的这个个案嘛。其实当时候其实里面争议也很多，所以是否要加入精神鉴定？你的想法、你的态度跟我相信一定都有讨论过。我觉得当然委员如果下午逐条说，大家委员都可以进行讨论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考虑这个制度新推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一下，就是说刚推制度的时候，它是不是尽量让它容易，这个制度容易进行。那如果加了鉴定人以后，大家的意愿会不会降低，这个可以讨论了。我没有说你的想法，我绝对都尊重。对对对，是否好进行是好的，是好的。对对，但是我进来之后发现，其实长期观察修法是会有修法成本的。那你们其实有很多事情来，没关系，对不起啊，委员。那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在执行公证业务的时候呢，那如果对于精神状况有一些疑义的话，我们一定会请他要提出一些相关的精神证明。所以在实务运作上也有做这一块处理。纵然法律还没有明定下去，一定要提。那我们实务运作也都是会落实这一部分。那但是我们再看1113-3第二项这里嘛，哈，议定监护的成立跟公证只需要 A， 就是有甲或乙或 A 或 B 共同签订跟在场，然后有公证人在那边就可以了嘛。那公证人是否我可以自定呢？还是双方定呢？那公证人的来源怎么来呢？公证人的来源，先确认一下。我们有临任的公证人，民间公证人，还有我们法院地方法院专任的公证人。我们大概目前全国45位。那临任的公证人也有全职的，也有兼任的。那目前呢，如果我们这个法定下去，那是全职的才可以做，那人数就没有那么多。那大概跟那我们公证人如何判定说他的精神状况是否那也是依照我们公证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疑义就要请他提出证明。标准精神的证明，精神的证明，对，还有那精神证明应该就我们一般审判或者公证的相关，也有都是一些被有许可的一些公证人现场看到这个这个当事人在这里哈，对，就是这个想要把他的 custody 呢移出去的，那就他直接用肉眼判断他。就是用他的直觉去判断他，还是用那委员是不是我是比较担心，就是说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我们也知道说申请我们就是在本在这里你们条文说是在本人之意思好能力说明实务运作上健全时，那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就是时好时坏，那他的状况其实有时候是不稳定的。那当然是对，那
我们的想法当然就是期待是否在减少争议，那同时也好推动，因为其实公立医院办理这个精神鉴定大概1000块上下啦，哦，那时间其实也不会拖太久，那这是关乎到一个人他的 well 他的意愿跟他愿意嘱托嘛，所以减少争议，所以才会想要今天提出来，也跟贵会这边好，贵部这边也报告我一下，是不是容许？因为我们有实务运作这一部分，啊，我们今天有实务运作的工作人，好，公证人来哈，那是不是严公证人？是不是简要的跟委员报告一下？谢谢。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公证上面的实务运作方式，通常就是当事人来我们事务所或者是公证处来请求这个监护契约公证的时候，那我们会跟他询明你要办什么样的业务，那会询明就是跟他确认里面契约的内容是不是都是他们的争议，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会观察这个人的样子、年龄跟他的表现，那如果其中如果我们觉得有疑问的话，我们会请他补证有关于医师鉴定等等的相关证明文件，然后确定他的意思表示无误。没有啊，你看我们昨天立法院很好，也很有趣啊。明明就是大家正在做政党的协商，那于是乎就有人暴走还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说到底这样的状况是正常还不正常。哦，不好意思，我的幽默可能只有几个人懂了哈。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你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吗？或者是你有办法直接去判断吗？那增加这个部分，你觉得是会增加执行上面的障碍吗？还是这个哈，报告委员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要先哈，请主管这个法规的那个法务部哈，看他拟出来，如果有拟出来，我们再来表示意见。那我们原则上也会尊重。谢谢。那在家属这边，要请教一下，所谓我们在这边的条文，所谓的本人，他要去移转他的 custody， 就是所谓的他的监护权的时候，他要绘制的单人是会有哪一些人，还是他自行决定，或者身边一两个人决定？再确认一下。刚刚好像稍早有委员有问过，对，我们原则上是自行决定，因为他就是在订立一个契约式，对，他也有可能就被身边人带走。其实台湾过去到现在，很多人就是印章给他盖一盖之类的，我们尽量减少这些可能发生的状况啦。那请部长这边在你的，因为你实务经验也有，专业也是有的，你的见解如何？我们当然要很谨慎的哈，来处理有关议定监护了。那如果说将来在法条上不够严谨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加上一个相关的规定。那加入应由公立医院做成精神鉴定，你觉得它的治安难行，有可能治安难行的部分，或者是法条执行上面的可能性，会不会造成又一项扰民呐？本来是他自己说我要来指定说我的监护人是谁，你还要来判断说他这个人身心是否健全，将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困扰了？本来是好意，让民众自己来做决定，所以你还没有丧失这个意识之前，你可以来选任你自己的未来的监护人。你现在说你要来提出证明你是很正常的人，这个又没关系，我们还会到逐条审查，我们再做讨论。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许志杰委员不在。跟大家报告这个题。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洪慈庸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我们现在要休息，下午啊，稍微晚一点哦，2:45继续开会，谢谢。